各位同心，上课前再注意一下你们自己的手机哈，有没有关机或关静音？好，再麻烦，谢谢。各位同心，这节课是由我们徐歌苓徐副主席哈所带来的演讲，请大家以热烈的掌声欢迎，谢谢。当然哈，有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公私不分哈，公领域跟私领域这无分轨，哦，公私不分的情况就是讲，产能基本在公领域。不做私人的事情，下面一个公领域，就是在公园里面跳舞，这是不是公领域？跳舞放音乐，影响到其他人，对不对？可能有人讲我在公园里面放音乐跳舞，像唔对，错了，那是公领域。你一旦放音乐，人无法度不听，那就是侵犯到人家不听的权利，跟部分同款嘛。现在即卖规定拢袂使伫咧里面部分，因为你播一。配出去迄个分，别人不得不，因为空气是大家共用的，大家做决定使用的，你要 keep 着，逼着人家要吸你的二手烟，对吧？赶快，声音嘛是一个，声音你放出来，逼着人家非听不可一准，迄就是侵犯到人家公领域。即个吼，我特别看到注意到有人带小朋友来，这真好，他坐到后面去，过去唔是，放喺头前，马上就影响到 speaker 讲员。演讲的情绪啊，这一次很谢谢这个不知道是爸爸还是妈妈把小朋友带小朋友来 OK， 但是往后坐不会影响到其他学员哦，同心的训练啊，讲课。我是一个艺术家哈，我刚刚在美国留学的时候哈，你知道艺术系拢会做什么代志？轻松一点啊，艺术系会做什么？画人体素描对吧？你刚才什么叫人体素描？三烫根根好你画。哦，这敢知啊？头一届听到举手，讲艺术系内底都要人体素描，头一届听到的，无哈，拢大拢知啊。你第一遍听啊，艺术系画人体素描，啊，人三大拢烫了烫光光，互你画，哦，那是通常美术系都会这个啦，哈、哦，啊，考试嘛是考画人体素描，哈、哦，所以没什么好惊讶。但是我在美国，我可以读一些学校，哈、哦，迄阵出国的学生真少去读艺术系，拢去读。理工科较济啦，啊，理工科的男生你嘛知影讲，对这款物件较好奇，因为无接触过。啊，我的同学就走来甲我问讲，哎、欸，听讲恁迄个艺术系来画人体素描有？我讲是啊，啊，礼拜几上课？我讲礼拜几上课，甲你啥物关系？礼拜三，啊，当时我讲问佫较详细，下晡两点，哦，我讲好，拜三下晡两点哎，就走去！我讲是啥物代志？无啦，无啦，无啦，就走啊！留学生啊，迄村内就走去。啊，我着礼拜三时间到上课。啊，我坐位吼，拄模特伫遮。啊，迄边就是门口有迄塔门嘛吼。啊，教授较细腻啦，伊拢迄塔门迄玻璃吼，拢报纸甲打开，海报甲打开，惊讲尴尬啦吼。比如说你伫内底做模特啊，外口诶学同学行来行去，拢甲打开。啊，我着开始画啊，画差不多十几分钟了吼。我坐所在拄到面对咧塔门遐，啊，看有人甲迄纸、迄角啊吼掀开，啊掀一下啊，紧甲盖起来。啊，计无我讲换一个人，佮掀开，佮甲盖起来。我想啊，一定是一定台湾来个留学生啊，在做即款代志。啊，你知影想到掀开无看较久，安尼马上就盖起来，你知道吗？因为刚阮的模特吼是一个200公分、200多公斤的美式足球员，雄壮威武，吓吓。你看啊，是惊到了，那也是一查甫，个些强壮的男生脱光光给你看哈。我敢想哦，这群人哦来我迄个 studio 哦来偷看一群学生哦，在路上在走路迄阵一定足兴奋的，讲哎，等下要去看好看哦，大家呢招招规定来看，啊，结果无想到讲安尼掀开了后，就这个物件吓了一跳，对不？啊，拢走了了对吧？这个可以台湾人赶快嘛，
咱去算计就是安尼嘛，足侪期待嘛，讲想讲这人甲算掉了，会当互咱啥物啊？较好诶代志做下来嘛，对不？会改变过去唔对诶代志嘛？结果拢毋是更改去倒，到尾人拢变，算起来拢变啊，就是安尼啊。期望很大，失望嘛真大嘛，但是咱毋知为什么嘛。你即摆拢知啊吼？知阿哥毋知哦？来，今仔日讲诶，我讲台湾解码历史啊，个解码解码机一定知吼，解码器嘛，你知道吼？电视呢，看物件灰灰，看无解码器个讲来，都解码都看得清清楚楚。好来，到一张图，这是啥物图？你看有个人举手，到一张看有个人举手，啊，看无人举手。好，谢谢。来，真好，每一个人拢看无，每一个看有。哎，你们举手这件代志已经做得很彻底，真好。这就是互动哈，甲讲个人互动。啊，这是。这看无吼，啊，下一张看有无？来下一张，啊，这看有无？哦，看有啊，啊，看无的人举手，看不懂的人请举手。这些危险看无的有无？哎，这班干部，我来讲，前几次吼，差不多七八个人讲看无啦，啊，看无的时候我就问讲，这内底一个飞机哦，唔是嘛，对吧？我是讲啊，这危险啊，动物吗？嘛唔是啊，啊，因个也要回答不是哦，我讲。为查甫的哦，哎，佫讲唔是啊，我讲你看有啊，你有看有啊，我讲为几个人，你敢知？敢十几个人？无啊，一二三四五个人，你佫算会出来？佫知影查甫的，啊，佫是人，欸，你看有嘛吼？看得懂，但是佮你所期望看到的人无同款尔，过去看的物件无同款啊。我来讲吼，一百度吼是毕加索在1907年迄阵画啦，百几年前画图你看无，迄阵就害啊。都讲前一张来登记前一张，盖同一个时间叫 Brock 啊 ，George Brock 啊，他是立体画派，在1911年迄阵画啦。你阿迄个年纪差不多是你阿公阿祖的年纪呢。1911年已经30几岁的人，是不是18多少年出世？1889年出世，啊，迄阵不是做你阿公阿祖，拄好对吧？啊！你即马你的艺术欣赏能力，居然你阿公阿祖画物件你看无？表示什么？你的艺术欣赏能力可能退到100年前，对吧？来，阁看一张，第三张。哎，这看有无？这看有，但无看无的啦，吼。都看得懂嘛？啊，这个是说什么时候？1751年，300几年前。是啊，啊，难道你的艺术水准退到1700多少年吗？啊！你即阵时间的艺术是走倒去，无人甲你教，对吧？咱的艺术美术系拢去做啥？补数学去啊！啊，美术老师来好好甲你教，对吧？来下一张，因为你是备战领者，伊难甲你管一阵，伊无可能甲你教即款物件啦。过去咱的代志本帝国里面是有美术的社团哦。渐渐我再甲你讲哦，待会给你看哦。这本来这就是单点透视法，我给你盖起来哈。比如说，咱平常时看水哈，一罐水，这样是一罐水，啊，这样是不是也是一罐水？安尼看嘛是一罐水对吧？在你安尼看嘛，是不是？拢是一罐水啊。看我这个人嘛是，不一定爱讲在对正面看，安尼嘛是我啊，对遮看嘛是我啊，对顶边看嘛是我啊。所以这叫做立体画派，对不同的观点。时间无当，你从不同角度看我同一个人，就造出这款图出来啊！哦，进前你看迄叫做单点透视，一点去看物件，无刷位啦，干那咧看呢？啊，我那家己直直安尼走来走去，走来走去看，就变做这款嘞。不同的角度看同一个面，啊，立体画派就是把不同角度看到的东西，甲放喺同一个位置，甲倒倒登去变一个人，就变嘞。啊！你啊，你用观点搁较侪，迄阵都做变嘞，你完全都几乎很难认得是虾米物件。啊，你要看吼，你啊，你跳过了嘛哈，没有停留在印象派，现在进入在立体画派啊。啊，你要看哈，这个过程不同的系统，在不同的系统在换的时候，我们做一个动作叫做 paradigm shift， 在不同的系统里面做转。不同的系统来滴换来换去，本来是单点透视加多点透视，如果搁加侪点，哦，这系统转换，哎，但是这里面每一幅画，
比如说你伫单点透视内底，你主头到尾，从画第一笔到最后结束都要单点透视，你袂使讲微微讲跳到遮来，还是讲这微微跳到迄边去，你知影无？在同一个系统里面，你要同一种态度去画。你如果是多点透视，就多点透视，啊不，要不然会变成下一张。来看下一张。哦，这不是真奇怪。多点透视来，结果造一个单点透视一支卡造出来，啊，佫造一个较少的角度的立体画派出来，染做的灰去啊。这好像是什么？好像我这个人穿西装，穿西装打领带，正安尼这样讲。结果我倒卡请穿西装，穿皮鞋，右边穿高跟鞋，会吓掉，惊一个奇怪，这是什么物件？这就是我讲的几款情况。你在一个固定的系统里面，有一个跟它系统不同的物件造入来，都变成一个奇怪的地方，就混乱了。那你知道，先有这个概念，来下一张。The law， 这个 law 不是法律的 law， 我现在讲是放诸宇宙皆准的 law， 或者哦法则啦。法则就是放诸四海大自然定律，比如说地吸引力，无关于地球什么地方都有这个引力存在，对吧？人类在参考你在这个只要在这个自然环境里面生存，你就要 fulfill， 就是就要去面对这个大自然不会变的法则，因为在这自然界每个地方都一样，叫大自然的法则。啊，人为了要在这个自然界里面生存，他做的每一件事情都要怎么样去配合大自然。啊，你若不配合大自然的话，是像完蛋，人类自己完蛋嘛，对吧？我举例说，有一个人为一零一顶端跳落来，大自然法则是啥？地心力吸落去，分析嘛，对吧？只会往下掉。他可不可以到一半说，我用我的自由意志，我决定不要往下掉？有法度无？无法度嘛。啊，你知影意思吼？所以人类所有的法律还是法则，这些下一准都要考虑到大自然不变的法律，比如说咱人伫用的法律。都要考虑到这个因素来设计列方，就是模仿大自然的法则，所有的法律都要按那下来。大自然法则有男有女，你的法律就要考虑到有男有女。大自然的法则来对人有公平的概念，你的法律就要考虑公平的观念。大自然法则狼出生都有对错的观念，你就要把对错是非的观念坑在你的法律来对，别再你重新定义啊。如果你要去 against 这个 natural law 的话，会发生什么事？强蹦对吧？强蹦结果是什么？是人自己倒霉嘛？大自然会不会被你破坏？不会，迟早人类是要被消灭。好，来怎样哈？所以，然后这个大自然法则里面有两个重要的单词，一个叫 consistency， 就是一致性。对，其实我古早讲诶，画一个图里面，一个系统里面要一致性 ，throughout the whole painting， 整幅画里面都是同样一致性，同样的法律还是大自然法则有一致性，叫做 consistency。就是一个系统里面不蕴含矛盾，一个系统不蕴含矛盾，下面意思，我改一个，先讲完这个哈 ，consistency， 比如说你塞车，一下开二十公里，一下两百，一下又五十，上上下下，你这人没有持续，你塞车没有持续性，因为你速度不一致，比如说他心跳。前秒钟跳两百下，一下又十几下，一下又正常。你这心跳疑心改讲这无正常嘛？一定要加油啊，考虑维持正常嘛，就是叫 consistency， 啊，做人嘛，就我对每一个人标准拢赶快嘛 ，consistency。比如说一个村落来对做村长的，拢爱哪，对人都要一致性嘛。你袂使讲对这个特别高，对那个歹，啊，你又无在做老大嘛，对不对？这样知道哈？像美国是个大国。美国的越是老大，越需要遵守这个原则，啊，不然会给你挑战啊！你凭什么做老大？你对每一个人都不公平啊！所以要当一个社会，不管什么团体，你要做老大，你都要安怎公平？标准坑的说都达几位拢赶快，迄个一个 consistency， 你的行为、你的判断、你的准则要一致。好，下一个字叫做 integrity。integrity 比较讲说这个人的里外表里一致，哇。讲的跟我实在，我这人是同款的，不是他的这个字的相反词是啥 ？dishonest， 不诚实。在美国，你若讲这人没有 integrity， 迄真害哦，迄是骂人讲你这个人基本上不可信任、不诚实的人，没有 integrity。所以咱今仔日告美国赢是赢在哪里？美国这个是个大国，
他的法律必须要放诸四海皆准。他如果讲国际法、讲战争法，他就要照着这样去做。按照他都得也司法体系来对，以这行政、立法、司法是一致的，所以你在得也司法的一个够干呀，爱得村内行政部门都要配合。按照给他解的，啊，他如果是一个像中国这块呢，人治的社会，还是讲一随在一修来弄法律的话，你无在条搞给他解的，大人一定就有欺负了耶。所以，我们就是冲着美国这些老大，你要有一致性，所以那个够在够赢呀。司法独立啊，你得来对够赢了，你就要求你的行政部门配合。美国其实是一个有 integrity 啊，不，你有没有 integrity 啊？我们要求美国，你那跟表里不一致。一方面推行民主、推行法治、推行这个，啊，你那实际上做对台湾人那也几款态度，对吧？哦，你讲人权，你若讲迄流亡难民的人权，啊，咱本土台湾人人权对不对？你搞这样，你想要叫我去买武器？你搞这样，想要叫阮的囝去学你的语言？你搞这样，想要改我的国籍？你搞这样，想要叫我啊去做兵？啊，讲每一年死300万、300人以上，想怎呢？那个够啊？啊，怎出来啊？啊，照今仔日，你们今天才会这边上课嘛？就在法理上面哦，就是 consistency 跟 integrity。OK， 下一个。paradigm shift， 所以过去你那观点从单一的观点跳到多种观点，意思是咩？你看到的世界就改变了，对吧？但过去只有一种观点，下人改改，中国人支那难民改你改迄观点，对历史也只有一个观点，就是中国人支那人的观点套在连台湾人身上。哦，下一个，哦，这就清楚了。咱这个，我渐渐我也讲过这吼，咱台湾人伫这个土地生活40000年啊，40000年前咱那个是部落形式 ，Formosa 大渡王国后，哦，虽然咱在部落形成大国，啊，过来西班牙、荷兰、清朝来给你殖民，哦，伊是咱后边，我等下会用基因来讲吼，到真正台湾这个土地变一个建构一个完整主权，是伫在日本帝国迄阵。你应该其他堂课有听过讲，大清帝国的较早干那占咱左半边一部分，右半边拢毋是伊在管的啊。啊，日本人甲午战争耍了下关条约摕到手头的，结果一半毋是恁你有资格卖，好像你卖厝甲隔壁拢顺续卖掉同款啊。你没有资格嘛，所以迄阵日本人就去问美国人，因为美国人较早有对付印第安人的经验，讲啊你是变哪？啊，美国人的答案是讲。啊，伊那个是部落形式，那部落形式做啥物代志？甲征服，所以就不能开占领、理藩，甲右半边甲征服起来，最后变成整个台湾一致，归土地变作日本的。啊，台湾经历一个永久性的系统改变，当时1945年4月1号宣布，台日本这个宪法实施在台湾，迄阵咱台湾这土地的性质已经改变了，属于台日本帝国天皇的土地。啊，有人讲，徐老师咧讲啊，咁对，啊，我们今晚不是讲中文，讲支那语，没有错，还是有原因，什么原因？什么原因？大家知啊哦，咱战败嘛，我们战败了嘛，战败，美国是咱的战胜国啊，结果伊叫蒋介石抓伊部队，后边迄地是难民啦吼，来台湾，甲你占领啊，伊来一阵懂媒体、语言、教育、宗教、姓氏，这两个来几来，过去都有做过啊。在清朝，大清帝国时阵就安尼做啊，但是后来真正伊输去啊嘛，这土地已经完全是属于大日本帝国天皇的嘛。啊，但战败了，伊个美国阁叫这个阁几摆，好像迄八爪章鱼哦，几啊只脚，用语言、宗教、姓氏安尼给冲起。结果咧，咱内地人是40000年年纪都住在遮，并无做甲高山族的后代住在这个地方。啊，即嘛好佳哉，咱过赢。这些人都在走啊，法律出来，这些人都在走。你无资格在家，安尼搞阮对安尼，搞咱改变咱的特性。哦，我们回复的，咱的人是平埔族甲高山族的后代，没有错，确定。啊，咱的国籍大日本帝国国籍都像呢，啊，即马就被占领状态，很简单。啊，咱都要把这系统推掉。啊，但是有真侪人很死嘛，要搬这系统。伊想讲暂时，这是暂时性的系统哦 ，temporary。哦，暂时性的系统转换，啊，你再我暂时不讲太多，下一章。
啊 ，Formosa 系统部落形式，然后大日本帝国扩张系统，美利坚合众国破坏先前系统。哎，讲到这，美国想做变安尼，想要叫一个支那流亡者呢？我讲哦，过去大日本帝国太强啊，世界上唯一一个国家怕甲美国的本土一下，就不能量。九一一不算哦，还是因为危机底下弄的哦。头一个咱的军队打到美国夏威夷，对不？啊，咱台湾军嘛，遭个菲律宾甲麦克阿瑟军队给歼灭掉。很凶的，真歹的。啊，美国惊嘛，惊死。他怎么可能容许你个老一家个用原来的系统？所以一百多是要给你破坏，破坏本来大日本帝国新系统，给你四分五裂嘛。啊，基本就叫一个较落后的支那的系统，给你弄烂掉，就是安尼啊，就这么简单，让你不发生作用。大日本帝国袂使个发生作用。啊，当时曾几何时，今嘛中国并且威胁。所以伊个要甲大日本帝国挂好起来，所以起码美日安保对吧？甲做伙啊，啊起码多登去，就会形成一个对抗组织嘛。起码大咱个小野寺防卫相啊，走去中亚，甲几个国家签订合约。前一阵子是甲南亚各国对吧？越南啊、菲律宾啊，送军舰啊，上黑上黑对吧？一下又跟丁管的签约，跟南部签约，跟什么都违改啊，很清楚不过啊、哦，来，所以系统内部，几百几百个系统对象，系统内部是被统治的人民，在思想上以你看特定的史观掌控历史解释权，以维系统治资格，在制度上以史观建构法律规范，这都起码刘邦进入台湾做的代志啊，有啊，以特定的史观来掌控历史解释权，所以我起码就是要让你解，让你。套八个，回到正常的历史观啊、哦！流亡中华民国系统企图在不属于他的领土上从事破坏，为了建构对他自己有利的虚构系统，怎么证明？因为一旦出了台湾，国际组织、国旗、国号就都不管用。你把它证明，你在系统里面你没法都证明，除非你离开这个系统，听到不？你如果在系统里面没办法证明，因为你来对所有的 resource 所有的 element 元素都是属于这个系统里面，它这个系统里面有一致性，你没办法证明它是错，除非你离开这个系统。那种过去我出国，我一九八几年我是出国啊，啊出国留学，那阵我还接受训练呢，电台那边去受训上课呢，我惊你讲出去你也都变了，啊结果每一个出去拢变了，因为我们看到另外一个更大的世界，都看见这鬼的东西骗的，所以留学生要么就是不爱等啊，啊要等啊一定被改变啊。对吧？就是这样子啊，这种贵气啊，哦，好，下一张，啊，对大自然的定律，大家 perception 就是认知的方式都一样，但是公掉这人类统治的系统来对，一刀给你 nuclear 啊，所以你每一个人认知不相关的，透过教育，透过思想改造，改变你对同一款代志的看法并不相关啊。同样，但日本帝国战胜了啊，啊是咱战败啊。伊都袂甲你加一套，伊是讲中国史观坑个列顶观。下一章，我不要讲太多复杂了哈。所以事件只有一个，等于讲历史上发生只有一个事情，但是一旦被文字写下来的时候，往字个下来一阵，已经产生一个叫做观点的问题 ，point of view。你只要用文字一写下那当下，你就在座各位下人写历史，有无？无啊，因为你不是权力者。你没有资格写历史，你写顶多个人日记了，来触笔触笔写小说崩垮。但是写历史是有权利的人，有解释权的人写历史。他一旦写历史，就有他的观点被套在，佮叫你去背去读迄阵，他就是把他的思想观点套在你身上，叫你去相信他的系统，这么简单。所以很多小朋友都不在乎，外公史观非常重要，观点影响立场，立场左右选择，选择之后产生行为。行为会决定人的命运。包括这个观点，下人拢有啦，真简单。你有你的观点，我有我的观点。男生有男生的观点，女生有女生的观点，对吧？北美的印第安人有印第安人的观点，白人有白人的观点。啊，谁的观点比较重要？不一定，看谁较强嘛。我男生刚结婚的时候说，阮到食饭拢爱打来到齐才可以开饭啊。啊、女生讲无喏，阮家是做生意的，下人先来，菜都做在桌顶，下人先来先吃，啊，就当冤家哩啦。每一个人他把他原生家庭的价值观带来婚姻来对，
两个价值观就产生什么冲撞啊？冲撞结果是什么？是根据谁的观点？谁爱谁更多？要看谁爱谁更多，更多他的观点就牺牲，就顺和对方的嘛。我们不要讲说强者打败谁，没有谁爱谁更多。我敢拿你讲哦，就惹翻了一堆家庭哦。谁爱谁更多，就跟随谁的观点啊。连 C 追 T B 那边让他啃弄，就弄两手吧哦。就是观点，它中间会冲突，冲突由最后由刚才有人讲强者了，对了，也算是强者的观点决定一切。哦，就他就是，那你如果要跟他对抗，结果是什么？像印第安人一样，啊，都消灭啊。你说我不爱接受你的观点，我不要变啊，消灭啊。过去台湾人，咱的早期，咱的北部阿公阿妈一代都是安尼啊。支那人的观点提几摆，叫你讲，袂使讲一句，袂使讲台语，迄就是观点强迫啊。啊，你要甲伊反讲，叫用台语啊，二摆叫用台语啊，敢毋是？迄阵伊是强者啊。因为他接受更强的者的命令啊，统治者、占领者的命令就是，不是占领者的意志就是我们的命令啊。咱叫用剑啊，像叫他们占剑白，对吧？所以就是这样子啊。安尼知吼？所以观点重不重要？观点非常重要哦。观点影响立场，你的立场哦，立场会左右你的选择，你的选择之后会产生接下后续的行为。你们会来这边，就是你们已经做了一个选择，对吧？所以人会走到来这上课嘛，接受新闻，最后你的行为会决定咱台湾人的命运。下一章，哦，看在中华民国的流亡政府为史官之下，以这史官下弄有一个目的，目的是对他过去的、现在、未来，咱分做三个方向。过去的是要掩盖过去，你会较早捌听过吧？伊讲啊，240几人万人无声，有没有听过这个？有个教授这样讲，头一届讲有几人，有几人安尼讲，安尼对不对？是不是这样子？十几万人对不对？当然不对啊，那是支那观点啊，伊甲你台的人啊，啊咱台湾人，我想到同意你的观点。你如果接受观点，像我们的小孩子接受老师的观点，啊，你就变中国人啊，变支那人去啊，支那人底下吼。一将功成万骨枯，视万民如什么草芥，吹在一台一浪遮嘛，他就不在乎人命嘛。但是台湾人这偌济人，日本帝国在统治台湾迄阵，秀苗苗为什么做人口又做户籍成本呢？你生下人像甲你生起来，拢作为户籍成本。来这日本人较早甲咱抓，不能超过关十几天呢，你一定要放出来呢。还可以过去的系统呢，但是中国人系统就是台啊。你反正隔一天又一大堆人造出来啊，因那是伊的价值体系，因宁可错杀一万，不要随便放走一个。啊，咱的观点是宁可放走一万个，也不要错杀一个，那是不一样的价值观体系，尊重人跟不尊重人的体系无同款的。啊，恁看到就看到惊，哎呀，啊，所以真正抬落去，就是安尼啊，因就是安尼做啊，知道吗？所以这叫支那观点。啊，伊前头要安尼甲伊讲，有目的的哦，他要淡化他的所犯的罪嘛，好，你感觉这无像。让你觉得这是理所当然啊！反正占领一个地方一定要做这种事的，合理化他杀人的行为的犯罪行为，嘿，过去伊要甲暗砍个。第二个，针对未来动机，西班牙要甲设计，比如说，哎，所有的条约啊，那也拢无干啦，所有什么开罗宣言呐、雅尔达密约、更改的公约，啊，像那旧金山三合约，一个字都不去讲。所以到今天为止，咱的法律系你那还没有念过旧金山合约以下文件，还唔奇怪，还不晓得原文是怎么写的，那不是很奇怪？那都是刻意被他隐瞒嘛，因为迄件代志会把整个他政权的非法凸显出来嘛。而且设计要甲台湾设计，阿国公有权利要甲你创啥，要甲台湾加起来嘛。伊是流亡政府，伊无辛苦嘛，他的家在那边嘛，家唔是伊的家嘛，因为企图在地合法化哦。我一旦也讲到这 ，self interest 当下，伊都来讲哦，啊，叫我要霸台湾哦，中国怎么敢打台湾？啊，台湾是美国占领啊，啊，无你中国要来挑战美国哟。但是咱台湾叫加较戆去啊。哦，台独代表战争是中国要来拍，唔是啊，是美国要来拍啊。为什么？你占我占领的所在，你凭什么要独立？啊，过去都来那个练啊，那个台湾人哦，还买武器，来交钱哦，来 baby 武器哦，啊，一个贪污下去。因为他的武器根本不足以对抗中国。如果金刚中国被盖爬，你这么
中华民国武器是要跟人打什么啦？连个上面防空，咱的台湾的上空的空中飞的飞机都不是他能管的。你说你要防卫台湾，真拼的，没这回事哦。所以史观重不重要？伊都是被安尼改嘛。啊，一个他不仅他改了你的史观，啊，一个叫列宁呐，满现在相信，啊，讲教育各种科技，各种西背，背他的宣传品哦。史观非常重要，点会影响台湾人的立场，立场会左右我们的选择，选择会采取行为，行为会决定台湾人的命运。下一章，好，因为史观想这块呢啊，这是世界史观啊，国际间领土纠纷是按照国际法解决的史观啊。按，啊，中国的讲，自古以来台湾是咱的，自古以来我跟你讲，中国是蒙古的，自古以来中国还是对非洲、非洲人遐去的，要来讲不？要讲讲到早啊，怎么只有停在那个时候？要停久一点嘛，对吧？啊，这中国史观国家还有一个，还叫流亡史观，这个是伫中国的史观内底叫用正白流亡史观，佮即马套在台湾人听过。好，下一章。所以咱即马讲，我今日上课是要帮助台湾人。从支那系统里面走出来，你现在在系统里面，我想办法把你从他的系统里面抓出来，怎么帮助你走出这个系统？你在系统里面没办法逃跑嘛，走不出来，因为你所有的资料都在这系统里面，怎么出来？我跟你讲，民政府没跟你说抽象的理论叫你去追求，不是，我们只跟你讲历史上的事实 facts， 历史上的文件，基本的逻辑推理，你就应该知道台湾是什么地位，就这样子，不需要诉求，不要你去追求，不需要牺牲，都唔免。我把你法理清清楚楚告诉台湾人，这都难保诶，爱都会使。OK， 所以 give information the proper priority， then you can have the perspective。perspective 就是透视啦，你看见物件看透视。下一张，啊，这个是透视图吧？透视图哪一个比较清楚？前后，这张较清楚嘛，对吧？啊，村庄灰啊，对吧？透视图怎么会清楚？就是该在前面较大声，较后边较细声，对吧？中间就是中间，安尼你就透视就看得清清楚楚，对吧？如果三个一样大，你就 confuse， 模糊掉了，你看不出它的透视啊。或者特定的历史给你放大，哦，或特定矮化某些历史，比如日本时代历史都给你模糊啊，啊，特别讲郑成功占台湾，哦。特别讲中国啊，台湾的历史四万年，跟他讲这几年几年，他就是扭曲嘛。你现在嘛，你课本翻开来，到底有偌济篇幅在讲中国历史？真简单嘛，你那读个册嘛，啊，考试几 percent 是考这個，迄度底下个扭曲历史哦，量的问题就可以改变很多事情哈，哦，所以你就有错误的嘛啊。来下一章，起码给我解问题哈，哦。嗯，但你这。好，这个故事先讲哈。二次世界大战的时候，哦，德国有一个受灾哈，叫做战俘营，里面关什么人？啊？很好，对，战俘营里关什么？德国的战俘营关什么？俘虏嘛，盟军的被抓起来关的嘛。啊，德国的战争时候哈，这个战俘营里面哦，外面设钢哨警卫，啊，是要惊下人走出来。是要驚人走進去還是驚人走出來？抱歉，不是，因為裡面盟軍在每天，因為他們要佔日內瓦公約，沒人要走出來，外面都很很窮啦，三頓都沒辦法吃啦，在裡面他們叫三頓給吃這些戰俘啦，所以每天除了三餐還有點心可以吃啊。德國人反而搖到要死，所以很多德國人想去裡面工作的時候想說搬這些東西給他偷炸出來讓他們出來裡面吃，所以那個警衛是要防止德国人入去内底偷的物件啦，所以每一个位置出来就讲袋打开检查，下一个袋子打开检查，就安尼啊，是检查德国人呐。啊，伊若走出去，伊就枵死啊，像袂安尼，伊规矩都每一天食清饭，啊，伊就等到战争结束就登去因兜，不是很好嘛？这是战俘营啊，所以即摆问题来啊，这内底一个警卫甲里面的工作的德国人，从小的好朋友、好朋友啦，啊这。门口的警卫就甲伊好朋友讲：“啊，你这人啥物看我煞唔知，我自细汉都爱偷摕物件。啊，那见解我甲你检查内底，底下内底拢空空的。这有事有蹊跷。啊，内底工过迄个德国人就讲：
你别再干嘛讲哦，我们好朋友，我都没改讲。我后来我不会跟人家讲，你讲你讲，我偷的就是袋子。我改讲哦，这袋子不是咱讲的塑胶袋呢，它在帆布袋一卡偌济，咱今晚被买一两千块，对不对？啊，你每天偷一个袋子，一个月下来是不是三四万块钱？不得了啊！这个被15刷不掉。哎，你们听不懂呀？他偷的就是袋子。啊，问题警卫哦，有没有射钢哨？有没有射进来的？说你不能带东西进来，没有嘛？他只有射出去的嘛？啊，几百空手啊，出去炸街的话，像灾，没人灾嘛？钢哨射错了嘛？对吧？那他为什么只注意袋子里面？他不去管那个袋子是不是他的？因为哦，长官命令了。叫你检查袋子里的东西，啊，袋子以外，去用规管，去用提走嘛，唔知啊。啊，台湾人叫你去选举嘛，啊，每次要等，哇，像赢哦，哦，即卖是蔡英文还是马英九当选哦，哦，就紧张诶，看票数上上下，台湾人是不是真嚣张？因为媒体叫你看这嘛，啊，结果规管拢赶走嘛，伊就因为在地合法化嘛，叫你去投票嘛，去选举嘛，知道了吗？整个袋子就把你拿走了。啊，甲美国讲，有啊，他们有民主选举啊。啊、我的政权就继续合法化，对吧？啊你去去用这样的人，想怎去投他的票？他跟你无关系啊！他是支那人，他是另外国人啊！这土地上有两款人啊，就代志分帝国的臣民啊，啊，一个是中国人支那人啊，啊，那时候甲周子辉讲命运共同体，我跟你的命运也无同款啊嘞！我是比占领者嘞，占领者嘞，你是占领派来的人嘞，在兰州会。来下一张。哦，潘姐，上一张来，我跟你讲哦 ，priority 就是先后顺序，把你收集到的资料按照先后顺序排列起来。第一级叫 A 级证据 ，B 级、C 级、D 级。A 级的话是科学证据，越上面越客观，越下面越主观。越客观的东西像什么？基本的逻辑推理、进化论这些东西，物理性质，碳十四、半衰期、无电联有限，化学性质氧，比如说铁氧化。立功界时代有人用使用多啊，潘姐哦，看你氧化程度。照证明公是什么时候开始使用铁？生物性质，氮磷外围共 DNA 哈。即卖科技就发达，用迄个 Q-tip 就是棉花棒，伫口腔内抹一下，放个电脑来电，马上就出来。你的 DNA 几万对的、几亿对迄个 DNA 拢照出来，排序拢照出来，马上可以知道你是谁。啊，再来第二集是历史文献，历史文献跟历史记载够不够赶快哦？历史文献都在贵的国家，比如说签条约这块物件，那是不是一个国家的观点哦？那是贵的国家一起同意某些事情签的合约，这块呢叫做 B 级的证据，或者哦 historic document， 像这个东西啊 archive 这个也是，但是它是没有意义的，这是经过整理的，有目标有方向。再来文字记载比较主观，比如说文化产物历史记载的时间啊、空间啊，这些按照记载，但是也在证据上也比较薄弱哦。过来的是推论假说。像很多考古都是用推论假说方法达到来，OK， 下一个好了。哦，像这 historical document 历史文献是 B 级证据啊。Anthropologist 人类学家、历史学家或者考古学家，因只是要恢复当时的状态，他没有要解释历史哈。来下一张，啊，这就是 archive 就是比如说我把十年之内杂志全部收集起来，但是杂志本身没有意义。它是收集资料而已，哦，稀集证据。来下一个，好，公就这样，这个你们自己上网再查就好了。这叫《国家地理》杂志，有听过吗 ？National Geography， 它的有一个 project， 它就有一个叫 Dr. Spencer， 叫 Genographic Project。这个 project 是做什么？咱人哈，在传宗接代的时候，你的 DNA 会复制，那复制的时候不是每一次都是对着角角角传下去，都会误差。啊，误差的时候产生误差就是变异突变，突变细胞的话，所有对立家生出给你呢，都有 carry 带着同样的突变在他身上，所以你就可以追你的祖先啦、啊。哦，所以 Dr. Spencer 就做了70万个样本，就抽了70万个就多哎哦，在科学来的做门个70万个 sample， 那是就多哎哦。哦，他就把全部人类的 migration map 抓出来，就人类的迁徙图抓出来，狼是对多来。好，大家看了这张图。你知道人所有的人类哦，对都要来啊，很清楚，对非洲那种裸耍、哦、都有路线图哦。哎，你们有在听吗？啊，可是伟人讲啊，徐老师，我看我兴趣是问对都要来，好，我们对都要来，来台湾对家啦，有一个叫 M174 啊、哦，
对家 ME74 招在南也门，招在印度南部，啊，在马来半岛，哦，印尼，啊，台湾，到台湾已经差不多40000年前，本来是60000年前对家出来，40000年一到家4万多，哦，3万多年前到日本，啊，韩国北部再举例所谓的中原地区，哦，啊，在所谓的中原地区有偌济人？你看有 ME75、ME23，有为中亚来的，有为中东来的，有为蒙古下来的，还有欧洲这一部分，还有南亚上去的，印度上去的，都有呢。所以谁是杂种？中国人是杂种啊，支那人是杂种啊，没有错啊，没有错，它是一个大杂种，因为太多的人种叠来叠来，而且是很后来的。谁是谁的祖先呢、啊？咱是野周公哦。哎，韩国人说，恁中国人是对阮家起哦，中国人起个咩事？你就这韩国人对吧？拍谁啊？事实、科学证据是这样的啊。但是日本人、韩国人是日本过去的，啊，日本人其实对台湾给起，啊，台湾是对马来、印尼这边来的，啊，对对吧？印度南部对非洲来的，啊，你知道哦？这样大家知道吗？所以 ，Dr. Spencer 在这个图画出来以后，讲一件代志。The greatest history book ever written is the one hidden in our DNA. 最伟大的人类的历史故事是记载在我们的下面血液里面。那不然都用人类的文化去给你骗。这是科学证据嘛，我敢讲这是 A 级证据嘛。所以哪来说起来变成怎样、欸、台湾跟我下面平不跟我下面河洛人客人都没有呢。那敢我们这上面就 ME74 的后代呢。有的人想讲，我讲客，我都变客人，不是嘞，你是 M 平埔族跟高沙族的后代，自以为我讲了这个，我都变客人，自以为讲这个变火罗人，自以为讲这个变做什么人？不是的，语言是真不会例外嘞。我们现在讲血统嘞，你真正迄冻结家嘞，你伫这个台湾界生存了40000年，无跟外界接触嘞，迄是最近几百年，这些被改铁资源掠夺者在几百嘞，掠夺者进来的时候带着他的文化、语言、宗教几百嘞。你现在什么东西是你们苏典旺族是什么是自以为自己是支那人的人叫做苏典旺族你知道北宙是什么你去拜中国人的那是北宙你认为你我自己姓陈来姓林那个北宙我们的祖先在这里40000年前都到这里、啊、你反而去认你的后代去认他做你的祖先我现在在说科学证据哦我没有在跟你做情绪上的诉求，真侪人听着我就解救诶，拍摄科学证据出来，我把国家在历史提出来给你看，到底是怎么回事，清清楚楚，你就没有原罪了，你没有去拜他的神佛，上面了不起了，那本来都不是，这不是这块土地上的物件，那姓氏嘛不是，因为该塑神啊，大清帝国来赐姓啊，所以这些来的八爪章鱼，这些贵行物件，如果断根的话哦，但台湾人一直以为自己是华人呢，以为自己是汉人呢。我讲汉人脑这块物件哦，拍摄你定义汉人的 DNA 给我看，你把汉人的 DNA， 你说这叫汉人，这种 DNA 叫汉人，你把它拿出来看看，没法多了，什么杂种啊，人就这块的人叠来对啊，清楚了吗？下一张，你看。时间表都出来，6万、5万、4万、3万、2万、1万，按照它颜色深浅，什么时候走到哪里，连时间表都给你了。当我们有这个 A 级证据之后，我们再去回去看考古，看那些人类学家，那就清清楚楚了。下一张，你几岁？你叫什么名啊？你叫什么名字？你去，我在星期五碰到你，啊，你就叫拜哥好了。我在拜哥拄到你，你就叫拜哥。哎，这句话很奇怪哦。哎，知道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吗？啊，这句话从哪里来？语出哪里？《鲁滨孙漂流记》的。我看给基本者的人亚秋，《鲁滨孙漂流记》，听给我啊啊！怎么只有这几个人？这我小阿杰呢？啊，不，我讲这故事给你听啦。对，较早有一个白人坐船，哎，这本小说哦，这几个小说，伫1719年一准写好啊。讲一个白人坐船啊，遇到风难。啊，船搁浅了，啊，顶外人拢死了了，啊，剩一个，然后沦落到荒岛，啊，荒岛有一个船顶外物件扣扣，伫遐搭一个树屋，啊，就遐过足久个，啊，好几个月以后，伊伫当地部队当地的一个黑人来找伊，还讲，啊，伊都唔知影要哪甲称呼，讲，啊不，我礼拜五拄到你，我叫你礼拜五好了，是不是很好笑？我跟你讲，好笑在哪里哦？你要知道好笑在哪里，为什么好笑？
欸，你是外来人呢、欸？啊，我人我本来就住在家呢，是我给你好命还是你给我好命？你因为我觉得很有点荒唐啊，这是白人观点嘛？什么叫哥伦布发现新大陆？干对，我新大陆顶上老早都有人住在家啦，几百年啦。什么叫哥伦布发现新大陆？那就是白人观点，所以他现在不敢再庆祝哥伦布发现新大陆啊 ，Columbus Day 啊，连美国拢就庆祝这個，过去拢安尼啦，那就是白人观点嘛，你就要修正嘛，那是安尼。啊，台湾人干嘛？咱台湾本来有名嘛，是啊不？印第安人敢叫印第安人？不是啊，那是拄到白人才叫印第安人的啊。伊本来底下生好好，相当来讲，我叫做印第安人，无啦。那是开始跟外界互动，啊不，要不然他们之前是 tribal， 是部落互相叫名字嘛，没有说针对整个所有的部落叫一个名字嘛。啊，台湾过去有什么名？敢某几个名敢叫台湾？不是啦，啊某几个名敢叫 Formosa， 嘛不是啊，某几个什么名？无名，咱过去无名，四百年无名，不需要有名字嘛？你跟人家不需要互动的时候，你为什么你在这个土地上自给自足？为什么要取名字？无嘛？那是外来人几百料在哦，美丽的岛叫佛摩萨，安尼啦，了解不？所以不要在字上面斟酌去跟人争一下。是台湾人无唔对，但是咧歹势哦，咱祖先唔是这个名，无名。啊，咱经济较好听啊，叫佛摩萨袂歹，因为佛摩萨岛上人叫佛摩萨。啊，台湾后壁叫 Nese， 有冇 ？Vietnamese 啊 ，Chinese， 我就猜后壁叫 Ease，Formosan 对不 ？Australian 对不对 ？And 咁唔讲 ，American、German、French， 那后壁咱卡迄尾音拢较好听，所以叫 Formosan 就较好听。啊，咱家己经济咧嘛，因为以后要跟人家互动，名字自己选呐，不要太在意执着这个啊。这样知道了啊，来下一个。哦，你看。毛利人来东寻根发现家宝，结果你看考古学家历史家认为他们是从库克群岛波西尼亚地区来的来源，甚至科学家发现毛利人与台湾的原住民 DNA 是很接近的。啊，废话，这当然了。我的 A 级证据拿出来的话，他们一都是对咱家企业嘛，当然 DNA 很接近啊。但是贵企博基的图之前，大家说哦，很惊讶，说哦，那呢？啊，你看一个发现，因为女生佩戴玉器，跟咱家跟咱卑南遗址出来玉器一样，废话，对家企业都来一样。了解了吗？当你 A 级证据出来的时候，这些都 fit into the puzzle， 本来是一个模糊的东西，现在一个一个那个架构出来，你就一个一个塞进去补资料。啊，你知道了哈、哦、，hypothesis 补资料。来下一个。哦，那这个再说吧。来下一个，下一个。来，你看以前《国家地理》杂志的封面下，1920年的杂志的封面 ，March 三月，1920年3月下呢。Formosa the beautiful， 对不对？那时候叫红叫 Formosa 嘛，刚叫台湾，无啊，美丽的 Formosa 嘛。啊，这时候比利告轰炸台湾，伊讲讲轰炸台湾，无啊，伊讲啊 ，tons of explosive for Formosa， 一直叫 Formosa， 对吧？成吨的炸药炸在 Formosa 上面，美军来比利告炸的啊，下午啊，那个 American 比利告啊 ，Super Fortress during 什么？来下一张。三番合约来的国家请坐啊，合约总不会改你欧贝叫名嘛。Japan renounces all right, title and claim to Formosa and the Pescadores。啊，在澎湖啦 ，Pescador, Formosa， 刚用台湾，无啊。合约呢？合约不会乱写名字吧？下一张。好啦，各种存在感。外公哦，小朋友打住起，你我拢好啦哈。你刚出生的时候，那你怎样你自己存在？你还怎样讲这世界来的有这世间有我这个人？你怎么知道的？透过啥？透过与人互动嘛，对吧？啊，头一个跟你互动是谁？妈妈嘛。你生出来一阵八对腰嘛，会好嘛？啊，妈妈就跟你讲，跟你笑，跟你起灵，对不？和你叫爸，啊，你就开始笑，对不？那出生第一个接触到是妈妈嘛，对不？啊，过来呢？哎，爸爸，阿哥，你那兄弟姐妹给你让，对不？啊，你慢慢的怎样讲？我这个人很重要，我哪有需要一尊因的话，对不？啊，这样就慢慢形成也存在感。存在感强的人怎么样？自信心就强，对不对？自信心强的人怎么样？学习力就强，对不对？学习力强的人怎么样？竞争力就强。竞争力强的人怎么样？就可以贡献别人嘛，贡献给那竞争力弱的嘛，对吧？合理嘛？啊，但是这个一样，那打谁出来准？把到腰也好，啪，给我伸出一背，
那是什么状况？婴儿会吓一跳哦。啊，你若长期叫人拍，叫人掉水杯，迄囡仔叫啥？叫人凌迟对吧？我甲过去吼，我去幼儿园内底吼，带囡仔去办活动，给他们带食物、带游戏。啊，见个大拢耍个足欢喜，都是有一两个囡仔吼，都咪多啊卡歪出来。啊，干那个高钱啊，嘴继续加些糖果啊，就是不要出来。为什么？你讲啊，就当作我不存在啦，都咪多卡歪让你知影伊伫遐啦。后来我才听迄老师在讲，那迄种受虐儿，自细汉拢叫人凌迟，啊，这都很低的存在感。我讲，咱台湾人拢是安尼啦。我是台湾人，对吧？你是我是台湾人，啪叫人扇水杯，对吧？无当不光是扇水杯，过来讲你是中国人。我伫咧建构咱台湾人的生存存在感，讲我是台湾人，你讲一个很正确的代志，中叫人扇水杯啊。不准讲台湾话，袂使讲妈妈甲你讲的话。你台湾人都是都虐待啊，所以咱即摆拢是啊，包括我在内啊，受虐儿啊，咱拢受虐儿倾向啊，不敢站起来啊，不敢对对的事情讲什么意见啊，都受虐儿啊。啊，台湾人哪遐可怜？是咱家己选的啊？不是啦，咱战败啦，我们被人家战败了嘛，叫人凌迟啊。好家的，起码让起来，把你真正的身份抓回来了，了解吼？哎，怪奇怪啥？更奇怪什么？你明明台湾人，叫你袂使讲台湾人就算了，啊，佫互你冠一个叫中国人诶，啊？那个电话可不可以？你要讲手机到后面去吼，会影响我上课。我跟你说，我再讲一个故事啦。圣经上有一个故事，格拉森这个所在很特别，它是天然的格拉森，这圣经另外故事，有一个所在叫做格拉森，啊，这个所在是天然的石灰岩洞。你知道石灰岩洞那地的水固起来都一股一股的，对吧？一坑一坑，啊，这个就很适合做什么棺材啦，啊，所以人死了薄薄薄的蛋在里面，就先去做棺材嘛，啊，久而久之这个所在就变成很有名的坟墓场、坟场，迄叫格拉森，啊，这村子就伫在格拉森边啊。啊，这内底你知影死人侪吼，啥物事侪？魔神啊，魔灰啦，我讲魔灰啊，不讲魔神啊，魔灰魔来出来魔灰的人真侪，迄鬼也真侪。啊，故而发生一件什么事情？就人鬼附在人身上的代志。啊，有一个人给鬼附身，啊，都就有来的啊，佮鬼刚来种啊，村子内底人干嘛啊，就慌。规气用铁链仔绑绑起来，结果没办法，伊阁甲铁链仔挣脱，阁走出去，阁走去坟堆内底，每天咧无穿衫咧走来走去，啊真麻烦。啊，耶稣来啊，耶稣来了，啊，这人就冲去耶稣头前讲：“哦，永生上帝的儿子，我的时间还没到，啊，你那今嘛都来，是要甲我关在地狱哦？我时间还没到呢。”啊，耶稣也无该给讲话，讲你叫什么名字？啊，这人刚起来，啊，伊讲我叫啥名啊？伊讲啥呢？啥？我叫做群，一群的群啊。为什么叫群？因为附在他身上的鬼很多，鬼啊就多了，所以他一无在掉，讲伊家己的名，鬼替他回答问题。耶稣讲从这个人身上出来，哎，鬼啊，拢鬼都造出来，对这人造出来，啊，冲诶猪群里面，结果猪冲下海里面的有2000头，又怎样2000个鬼啊附在他身上，所以叫做群啊。啊，台湾人过去嘛是安尼嘛，叫鬼附身，你才讲我是中国人嘛，你自己台湾人叫袂出来嘛。现在那中国人是鬼，流亡的政权不是鬼，已经死掉的政权是不是鬼？是啊，啊离开他身体的是不是鬼？是啊，啊也身体在那边呢，啊台湾也不是野辛苦啊，啊就流亡政府啊，第一边去死掉的尽管，死去的尽管来到台湾，附在台湾人身上，啊台湾人要讲家己的名讲袂出来。啊，想讲家己是中国人，啊，佫举起啊去联合公，哦，承认我是中国人，佫较好笑。啊，中华民国已经死掉的政，死掉的政权嘛，所以台湾人有可能无，佮假名叫袂出来。啊，即摆真理出来啊，什么是真理？法理出来啊，啊，咱的身份恢复啊。所以后来迄个人鬼叫关照了，伊就醒起来。啊，耶稣叫伊把衣服穿上，恢复理智，讲自己的名字，就是台湾人啊。咱即摆鬼用我的法力佮关照了，咱的名就出来了嘛。
你正正当当的台湾本土台湾 M174 后代名字就出来了嘛，对吧？现在知道了吗？下一张，像这样，哦，管鬼吧，啊鬼啊，赶快关照，啊一时回咱回答不出咱的名，来下一张，哦啊就这样，这是烂了、啊，这是烂了、啊，我每一个人、啊，被抓到贼窝的王子，在发现自己真正的身世以后怎么样？哎，咱今麦恢复咱的名叫啥？啊，咱恢复什么佛摩萨？我来讲本地无名啊，什么佛摩萨？咱有一个身份，什么身份？嘛不是台湾啊！他后边再落去名啊！我拄在在讲你是啥物人啊？大日本帝国的臣民嘛，干不是 ？M174 的后代干不是？你是啊？不，我未叫王子呢，我未甲你叫王子呢。王子身份是比较高呢。你不是干阿台湾人呢？你是有国籍的台湾人呢？你起码国籍叫用悬置诶，变成没有国籍的人呢？你不是一般人，你哪叫用难民嘎嘎机关啊？遐无自信啊，足可怜的。我叫台湾人 ，more than that， 位阶比那个还高，叫大日本帝国的臣民呢、啊。咱起码比日本，起码日本还阁做伊大兄，你知道？过去咱往土地起码变做伊大兄呢？为什么？我们还停留在大日本帝国下面的那个身份，啊，他跑出去了。因为他成立一个新的日本宪法出去了，哎，都可别等倒等来，了解不？这他的身份就特殊，但是咱人叫用嘎嘎就可怜的，叫用难民嘎嘎没外高，所以你即马心态一定要转回来，给你法理都是让你撑起来，所以你去叫看到两个贼贼窝里面的人，你都被教得像贼一样的思考，对吧？难民的思考嘛。艺术也看不懂，这也看不懂，国际形势也看不懂，一给人叫人套在中文来的，无法度套绑嘛。我敢讲八爪章鱼，甲你掠个死死死嘛。拜伊的神，讲伊的语言，对不？对伊的姓，结果你拢唔是啊，没有一样是你的、啊。所以日本人迄阵来台湾，甲你讲了，他合法拥有你嘛。日本天皇合法成为你的国皇帝嘛，天皇嘛。啊，你看，咱对日本人的姓是正常的呢，那是合理呢。因为这个土地是他的啊，阿兰多尔街宾馆那是日本的臣民啊，所以皇民化是正常的、啊，改变你的姓氏是正常啊。但是过去，哎，大清帝国爹对台湾是叫做殖民地啊，还没有把你当成土地，无甲你秀名名嘞，他是掠夺者，他不是帮助你那个人嘞。啊，当你把台湾变成大日本帝国的一部分，1945年4月1号之后，那你身份地位跟过去是无相关，它再是殖民地没有错，但是后来变成什么神圣不可分割的领土的一部分，照给那几啦。如果那时候性质没有改变，没有今天，我们回不去，我们哪里都回不去。台湾人，台湾人是什么东西？真可怜呢。你在国际上也不是一个地位，没有人承认过台湾人是一个国家吗？没呢。所以你要一定要有国籍嘛，没有错。我们是 M174的后代哦，台湾就是后来给的，被占领之后在人家给你的名字，囚犯的名字，不然叫佛摩沙、福尔摩沙啊，瓜扎伯米啊。欸，你的身份名正在我这儿言顺了，你名都在假料，你讲话在大声，啊，不然畏畏缩缩，我什么人，我无啥物知，台湾人可怜个，大日本帝国的臣民，搞清楚，你去看我们的高级班，你就不要看郡守那些人，每个人清清楚楚的，他那个样子就不一样，对不？走路、吃饭、应对进退，就要改变你的样子啊。你进来加，你接下去就是高级班，高级班再来就是受我们的点招、法理训练，够较清。了，你当你法理清楚的人，你把就会金起来。我跟你讲，你今天没有来之后，接受这种法理 training 逻辑上的训练，你头脑会更清楚，眼睛就会发亮，因为你看得懂历史啊，你看懂外面一切纷纷扰扰、乌龙蛇道，代志拢看得足清楚呀。你清楚之后，眼睛就自然亮。好了，下一张。那怎么办？好了，你知道你的身份以后怎么样？回到原点，重新出发。回到哪个原点？1945年9月，我们宣布战败的那一天。那时候在这个土地上，台湾人就是正港的本土台湾人，大日本帝国的臣民。你的身份都已经确定了，你们有去申请身份证吗？证明我家里什么人，清清楚楚的，
不会去拿流亡政府的流亡难民的身份证，没意义，回到原点，回到那个战争那个点，重新出发。接下去啦，知道哈？来下一张。好啦，所以现在确认生存战争怎么打下去 ？OK， 在法律上，目前为止各国愿意为了结束战争而改采国际法解决纷争。OK， 我先不讲，今天时间不够，往下走。再下走，好，种族灭绝这个字大家买也记，什么叫种族灭绝 ？Genocide， 这个哈、哦，来我念，西班牙国家法院19号根据普遍管辖权原则，对中国前国家主席江泽民、前国务院总理李鹏等5名中国前任高官发出逮捕令，理由是什么？这5个人涉嫌对西藏犯下种族灭绝等罪行，这将使江泽民等人若走访国外，可能遭到逮捕。中国官员则强硬回呛：“哪个国家受理此日，将是自取其辱，有胆就来吧。”哎，西班牙是一个强国吗？不是吧？哈、哦，都破产了嘛，对吧？准备破产去啊，对吧？啊，是安怎刚刚对中国安尼呛声呛安尼？啊，中国的回应嘛真奇怪，好像查拉去用警察抓到同款。好大你搞你啊，对吧？没出息的，这怎么叫大国？啊，他照理说应该怎么样？要惩罚，祭出惩罚对西班牙嘛？结果伊嘛唔干，为什么？2个情况：第一个，一共也是属性；第二个，西班牙代表是欧盟，欧盟任何一个国家法院判的东西，欧盟剩下都会遵守。伊看，伊说刚去加欧盟，唔干啊，规定的啦。啊，头前我讲是不是事实？是事实。欸，中国人就搞笑嘞，表面上讲，欸。熊猫给你保育，说这是即将灭绝的种，我们中国人怎么样给他们？哎，拍谁哈？啊，人你哪不要去保育？西藏人都存不多少，你给他灭掉，你给大量的中国人招来这边给他拦，所以讲伊搞笑啊，假惺惺啊。一方面你对动物好像很保护，一方面对人要灭掉，西藏人要被别人灭掉无去啊，对不？你改变西藏人的语言嘛？你大量人口就去跟人通婚嘛，到尾啊，因的下一代是要认同谁？伊讲话就讲我是西藏人，讲不出来呢。所以西藏人在流亡嘛，在走去印度德兰萨拉去，另外搁做一群人嘛，迄个惊叫灭掉嘛，过去台湾人的父母嘛是啊，赶快嘛，卖叫外星人哦，有无？有听？妈妈讲卖娶，卖叫外星人，为什么？迄是叫种族被叫灭掉的最卑微的一个呼求呢。伊知影这群人来，我跟你讲吼。你台湾人也当去嫁哦，美国人，你也当嫁哦，韩国人、日本人、菲律宾人、越南人拢会使。你也当嫁个澳洲的、非洲的拢会使，我都没有意见。为什么？你都偏偏没在嫁哦中国人？为什么？其他人对这块土地没有土地的野心呐、啊，我被给你夹起来了。其他国家是真的爱你，他跟你结婚嘛？啊，村内不是大量人口被给你拦嘛？你来跟你通婚嘛？我请问你，你父母亲如果有一个是对中国来，你以后认同谁啊？问你讲是唔台湾，我是中国人，我嘛是台湾人，假笑，没有，他就失去他的认同了呢。在第二代、在第三代，料都无去啊呢。所以，阵台湾的父母亲也会紧张嘛，因为去用建白、去用建那料，人家大量人口800万人来台湾，甲你拦嘛，所以北部会紧张嘛，说哎呀，卖穿卖假好不？也许本能的反应，伊说您头脑没那么清楚，但是本能的反应呢。那么 MEC4 的后代，美国你哪会使容许容忍这200万人安尼拦？我甲你改列一言哦。下一章，我跟你讲哦，这犹太人那时候在种族大屠杀之后，他对这个很敏感。600万犹太人被杀了，他从其中有一项，我先不讲太多，很复杂。哦，这是联合国 Convention for Prevention and Punishment of the Crime of Genocide。Genocide 就是种族屠杀，其中一条 Forcibly transferring children of the group to another group， 强迫把一群的小孩子送给另外一个小孩子教育。那基本上是啊，我们小孩子是不是送给支那人教育？是啊，老师都是支那人啊，给你教支那语言啊。我们顶一代去用台语啊，精英被杀嘛，啊，下一代又送去给他受教育，这不是种族屠杀是什么？台湾人对自己都没有认同，啊，个徐公改是支那人，改自以为是中国人呢，自以为是汉人呢，自以为是华人呢，这都是种族屠杀、啊。你明明是 ME74 后代，在这边已经4万多年啊，国籍也确认的人，为什么会接受这种教育？这违反人基本的人权呢 ，human right。美国你很强调人权嘛，那我跟你讲，这是人权要坚守的地方嘛。
你叫我去当兵呢？你叫我买武器呢？该怪语言呢？该我的国籍呢？叫我拿你的 passport， 拿你的身份证呢？这东西符合这个啊，包括说他的教育啊，当然来劝解，要知道这个情况严重性啊。下一张，啊，但是哦，你看他讲，当然不会反应，为什么？百分，我再讲一个观念哈，贵旗哈，人给入贼哈，的部落对吧？啊，部落通常跟其他部落修台，修台目的是什么？被抢对方的资源、水啦，还是土地对吧？啊，通常把对方牙鬼料都给对方弄抬掉对吧？啊，把人让部落的酋长逃夺开对吧？弄起安尼嘛，对不对？以前部落形式的杀来杀去弄安尼嘛，啊，结果部落安尼的愈来愈多嘛。是不是？愈给愈大，愈都变成小的 kingdom 嘛，小的王国嘛，愈大愈强嘛。啊，后来变成国家嘛，啊、国家愈给都变邦联嘛，大英国联邦嘛。你说刚刚怕，还打鬼鬼怪龙招到出来，没有人打得过大英国血哦、喔。美利坚合众国干不起 ，United States 嘛，不同 states， 早期十三州，最后愈搞愈大嘛。这就是生存战争啊。但是在这生存战争发生一件事情，过去安尼甲你抬了了，有人跟我安尼敢钓，啊抬了了，迄土地嘛是要人去竞争啊，啊我人又不够，又要派人去，好辛苦啊！过去安怎，甲恁较敖较巧拢抬了了，会甲我小怕拢抬，村内老弱妇老来继续给我种田，啊时间到我给他抽水，知道吗？咱过去都安尼，几百头精英台湾人精英拢抬了了，村内你我都是资源回收的人，活到今天嘛。我给他取个名字叫做资源回收人，本来是资源被丢掉的垃圾，你把 Q 都登来使用。啊，资源回收人像哪款？黄色小鸭，对吧？资源回收人是什么？吃饭、睡觉、唱歌、跳舞、买东东，这是他每天的生活。啊，恁贵溪隔壁一个资源回收城市啊，叫做香港啊。香港人拢是安尼，贵溪有英国统治嘛，殖民地嘛，啊，你就在遐努力赚钱，啊，时间到，总督把钱提走去啊。啊，几十年了，换作中国收倒转来，收倒转来，总迄个较早邓小平讲，舞照跳，马照跑，好不好？就是甲你做资源回收城市来使用啦。啊，这款人对下人都无差啦。啊，结果即马叫伊唱中国国歌，一阵跳起来，袂赴啊啦，较巧拢来，拢哪，拢走去移民了嘛，对不对？跑到加拿大，跑到英国去了，对吧？啊，敢有较抓？无较抓啦。那一群人还是资源回收脑袋，到当地，所以资源回收人是全世界都可以用的人。他没有效忠的对象，伊干阿食有百千有好，安就好啊。我讲吃饭、睡觉、唱歌、跳舞、买东东啊，就这等人啊。大部分的社会拢这等人啊，安就搞啊。啊，他对自己是谁不在乎，啊，什么国家拢当用伊，你知道？啊，没有国家认同，哦，啊，咱边下人拢是这款的，啊，这款人的，欸，你们如果想上厕所，自己自行去哈，我继续上课，因为时间不够，来。这群资源回收人的组织是谁？猪狼下狼啊！我来讲媒体哦。那资源回收人的记忆有多长？刚才啊 ，memory， 他的记忆力有寡等，你知道吗？媒体多长就说他多长。比如说三聚氰胺一个月就是一个月，洪仲秋案子一个月就是一个月，一个月过了，新闻不再报，这件事情就结束了，干不起。你每天就去看电视啊，啊，他叫你去买什么你就去买啊。哦，现在什么最夯？现在要看黄色小孩打了鬼顶龙体，现在是哪个演唱会打龙体，对吧？媒体是操纵这群资源回收人的发号施令的头嘛？媒体呀、啊，你大部分时间在看媒体，咱在座各位，你等级别要跟黄色小鸭哦，哦，不可以再看这种东西，你是法理训练嘛？来下一个，哦，讲到这边又有趣的又开始了。有的人讲说，徐老师卖公下贼了，我这辈子吼追求的就是只有几个字啊，自由、幸福、快乐了。真的、啊，我这辈子就追求自由、幸福、快乐啊！我起码住地堡，开跑车，兰博基尼、布加迪的跑车，这样就够了、啊，我很满足啊！啊，他讲这句话对不对？你看他海啊，你看你立了谁闹谁干呢？外公哈，我讲一个故事。比较好解释，厦门街一个疑心哦，他说我以追求赚钱为目的，这疑心你敢去看？不敢嘛，是不是？是什么医生啊？以赚钱为目的的医生你敢去看？但是如果有一个医生，他说
我以服务病人给他最好的治疗为主，就像宜兴就治好很多病人，因为这样他很多病人，对吧？因为很多病人，所以他赚很多钱，对不对？顺序对了嘛？自由、幸福、快乐是副产品，不是你要追求的目标，不要弄错了。你要得到那个，要透过，要不然自由、幸福、快乐，我跟你讲，嗑药也很快啦。啊，你要么鬼去嗑药，马上给你自由、幸福、快乐，你天天嗑，天天快乐，快乐一辈子，要不要这样做？不对嘛，你获得这个的方法手段不对嘛。台湾人都是这样嘛，只管有没有用，不管对不对嘛。所以啊，一大堆人在做什么？三聚氰胺啊，啊，钱都收来的，有通收啊，有钱哪赚，插出来去死。手段不对嘛。哎，有的女人说啊，这个男生看起来可好像可以给我自由、幸福、快乐，我就嫁给他。啊，就结婚以后，这个不怎么样，赶快又离婚又换一个。啊，这个也不行，再换一个。啊，你干嘛丢？不是嘛？结婚的基础，两个人互相相爱，愿意胼手之足一起建立一个家庭。啊，爸爸做好爸爸的事情，妈妈做好妈妈的事情，小孩子好好念书，晚上妈妈煮一顿丰盛的晚餐，大家坐在桌子前面一起吃饭，享受自由、幸福、快乐的感觉嘛。当你所有的顺序都按照顺序来的时候，副产品伴随而来嘛。这样子你才能真正享受到这个东西嘛。手段要对啦，不能不择手段啦。台湾人就不择手段嘛。你在开什么好车什么？来下一张。哎，这站的人说我可以开跑车啊，我可以往前往后往左往右很自由啊。可是你叫奴隶啦。你住地堡开跑车，但是你的脸上写的叫做奴隶，你小孩子接受到奴隶的教育了。所以你怎么不爽？你几万人上街去抗议，哎，永远改变不了什么。啊，人家够卡公，永远当你的主子，对吧？所以秘书长不讲给嘛，几条九条坑可以叫买这样做立场啊，也可以来统治你啊，当你的总统啊，当你的市长啊，都可以啊。几条九条呢？为什么？他们是要统治阶级啊，叫做奴隶阶级，对吧？你够卡好家，你买起奴隶啊，你翻不了身了。啊，我们后来是怎么样？去抗议啊，我们去告这个啊。哎，你别个人搞。这亚利是我的主要占领全国，你应该直接来统治我啊？为什么叫这点人来？所以把这个弄掉了，我要恢复美军直接占领呢。那亚贵这点难民给你管嘛，对吧？我们恢复我们的身份嘛，在网上嘛。那了解哈、哦，知道吗？你再怎么自由也是奴隶的自由，就在这个阶层永远跳不去嘛。你五十万人抗上街抗有什么用？你改变了什么？啊，可未撑开吗？还在那边投票吗？还试图要改变什么吗？改变不了什么东西啦。你没有从根本原则法律上着手，动不了任何东西。来下一张。哦，我阿吉，哎，我再看看。哦，所以台湾人只在某些方面一直往前走，可是一些基本的水准都掉了。比如说，咱讲艺术，停留在几百年前，对吧？那对法律观念嘛，大家。那我们对宗教观念停留在黑暗时期，为什么我要讲这个？我打2000年回来台湾的时候，我去高南港科学园区的高科技的那个所在，啊破土典礼的啊，徐顾问你来，哦啊参加我们的，我讲你要做啥？拜拜啊，啊拜啥？拜好兄弟啊，我们要破土了。我讲为什么要拜那个？他的入境随俗啊。我讲什么水族？我无得对这些水族，我得走啊！啊，你这样不行啊！我插嘴你。我讲你们在座的各位大佬哦，每个科技公司老板、头家，你都是什么？都受过国外西方教育的，那也可以拜这個？我无得插这個，我人得走啊！你看，我们的宗教观念还停留在这个黑暗时期，用神鬼来吓人呢。美国人无得拜这個啊，他不是全世界上强国，啊，台湾呢？就受支那文化影响啊，你知道这种拜鬼这东西是结连到帮派、黑社会，拿给你好处，换取不当的利益。他是从这种小地方在训练你，什么叫做包红包，什么叫讲做非法的事情，也可以透过钱的方式来解决，换取不当利益呢？套过机关红色呢？宗教已经是我们人类最重要的部分。你看，当地大姐也受过好的教育的。啊，你为什么把你这么重要的人生的事情放在这样的人的身上？你不要想一想哦。
这值得我们想，我们的宗教的认知还停留在什么阶段？所以你这个没有走出来，你永远接受不了新的教育哦。支那人外公八爪鱼有这几项物件，其中一个就是宗教，这款形式的宗教把台湾人抓掉掉掉。你们要小心，要一步一步讲。宗教虽然是人的自由，但是你受过现代人的思考训练的，你要重新下判断，重新再审视你到底在信什么东西。哦，任何东西都要接触科学的证据的训练呢。任何我不管什么宗教，今天我讲西方宗教也是一样，拿来我们逻辑思考去下判断、做决定，对吧？你不能通过这个这一关，怎么过得了什么黑暗时期啊？西方国家就经历过这一段嘛，用科学来检视他的宗教嘛，所以过去那中古世纪那种奇怪宗教就不见了嘛，已经没办法接受科学洗礼的宗教就要淘汰掉啊。人的理性不能通过的宗教怎么可以再改？就留在黑暗的世界里面呢、啊？我们进到现代社会啊，那可能的关呢，了解吗？哦，这个方面，那我淘宝给哦，你还是被他们丢掉哦。姓氏、语言啊、宗教哦，来下一个。好、哦，公仔如讲如复杂，我们初级班要不要讲？这高级班的，嗯，新共哦，新共带你几不能不要都共来下一个，我讲日本的，哎，来下一个。生来为奴隶的人没有过去，更没有未来，没有史观，更不需要传承。因为对于奴隶而言，没有什么好引以为傲、值得纪念的。奴隶不需要计划未来，未来掌握在主人手中。连头都抬不起来的奴隶怎么向前看？为了手中捧的一口饭，就是活下去的理由。所以奴隶总告诫他们的后代说：“想遐这要创啥？会当吃上实在。”哎呦，台湾人，哎、欸，你有吓一跳？就对台湾人安尼讲的，会当吃上实在有啊，有当好过上实在。就可怜呢。下一张，先不管这个。来，所以我今天给你们上课，写下来哈，在时间点上面拉长台湾人的史观时间哦，拉到四万年哦，在空间上从不同的观点给你切入，在 M174 的生存角度来决定观察角度，从海岛立场来看台湾，怎么去解读历史解码来解读你手边的资料。OK， 错误的认知会给佛摩萨带来无止境的灾难。来，下一张，好、哦，这时间点，我把时间就画那个长度哦，四万年前这么长哦，真正西班牙、荷兰人占遐长呢，大清帝国这样，两百几年安尼，大日本帝国到前来是，哦，时间点，来下一张，较早在大清帝国一阵攻占台湾，三年一小反，五年一大反，对吧？为什么换？你不要惯嘛，懂了吗？赶紧换下一张，来下一张拍嘴哈，来，你看这张图台湾为白的嘛，我们看了好几天嘛，对不对？右半边是萨德巴，因为不点一下在讲的嘛，啊，不是他在管高沙族的，啊，你知道成功占台湾对吧？你知道他土地寡这吗？啊那里啊，笑死人，那个郑成功叫的占台湾，你有没有发现你的历史被扭曲了？给你写很多故事，结果他的势力范围只有这么大啊，其他都不是他的。他说徐老师你怎么证明？很简单，郑成功来台湾的到底有多少兵丁，他的每年预算多少，军饷发了多少，他派多少人在哪个地方设据点，干嘛没嘛，你都没有证据啊，你没有数字跑出来呢，我们数字会说话嘛。啊，那时候是哪里拨款，你拿来的钱是从哪里来，可以做到几道，不可能嘛，占台湾就占台南嘛，也台湾就是台南的，台南富强富金那样，就这么一点点了，一个占台湾啊，历史下鬼大堆，结果加一起荷兰人，啊先生，啊西班牙人大都王国，看这样吼，热兰遮城日记，嘿想，热兰遮城就是西方的贸易公司，短时间哦统治台湾的，做所有的全盘了解，都要生产什么，那时候一斤米多少钱？哦，山有多高，有多少座山，什么名字，当地使用的语言下，他还翻译当地的语言哦。一个贸易公司对台湾做这么彻底的了解跟研究，结果你这个郑成功什么都没做啊？你没有啊，你没有在经营这个地方啊。人家任何西方一个国家，它的高度应该对台湾做这么大，所以你去看这日记里面有最多资料，是吧？
所谓支那人的历史写起来大得吓人，但是对连最起码的人口部分从来没有正确的记录。试问明郑王朝统治人口有多少，军队有多少，编制如何，识字的有几个，够不够统治全台，税收军饷如何发放记录，都没有啊。这样就跟你说故事，规矩就写给你，不能乱编的啦，要有数字啊。人那热热人现在还在荷兰，都整套整套的资料都在那里啦，没办法让你随便乱编的。好，来下一张啊，过去你看连地图都他们画了，福建省大原地图也精确度远超过都家的。哦，来下一张，好，再下一张，再走。好，那这样看一地哦，我把它补起来，补哪一块？日本人一地了。我们过去五十年，大日本帝国台湾历代总督，那些还没回来，叫他们尽快，我要开始进入日本的历史了哈。还是休息几分钟？你们需要很快啊？还是我就继续下去？继续下去啊，好 ，OK， 好，来，我直接念哦。你们当中有学那个行政管理的哈，你听听看，一个帝国怎么进入一个新的地方，做哪些重要的关键性的事情哈。来，第一个，明治二十八年1895年，第一代总督华山之际，这种照片哦，我在看贵啊，丢机关那也无去啊。军政转民政，领台善后，租税减免预告，地方官制委任立法制度确立，台湾总督府评议会开始，司法制度确立，地方法院。副省法院、高等法院、警察制度、理番制度、医院设置、阿片制度、教育制度、邮便电信实施、定期航路开始、度量衡改正、财政金融制度、旧税制改正、大阪中立银行进出。明治29年1896年，第二代总督桂太郎。OK， 你看95年、96年，妈熊的临时法院地租规则实施，政治犯临时法院公益制度创始，国语学校预备。明治29年，第三代总督乃木希典。他是10月14号到隔一年的2月26号而已。三段警备法、阿片渐进直接执行哈，民诉调停、医院设置、台湾伸张条例规定之新高山的时候命名，获得台中伸张，它是一个制度啦哈，颁授伸张1000余名台湾人简要日记。OK， 明治30年1898年，第四代总督儿玉元太郎，那时候主要是后藤新平哈。警察司狱官养成机关设置，保甲制度，土地水利事业地级调查，大小租权地方规制，基隆跟高雄港主港工程开始，全岛铁路道路建设。你起码得讲1898年的时候台积哦，哦残烛废纸，别再把卡啦糖叶啦。好，来下一张。OK， 日本帝国迄阵被拨来台湾的预算一定要有数字，大帝国议会通过预算再拨来台湾哦。加上我下1亿2000万，他的军事费用多少多少份，列上去查哦，上网直接去查就有了。到日本帝国议会资料来这里当查哦。来下一张哦，好，佐久间佐马泰，然后大正4年第六代总督安东真美，大正7年第七代总督明鸠，到时候会跟我们有民政委有很大的关系哦。这个人很特殊哦，台湾电力公司创立哦。然后田健治郎，这个我要特别讲哦。他那一年，皇太子殿下几百来台湾视察哦，他就坐台湾环岛铁路哦，这西部干线这来啊。那时候有一些台湾人哦，在日本来留学的话哦，下坡就天王说卖来啊，这就乱了卖来。结果田健郎讲了一句话哦，他回的信，来下一张。台湾思想之恶化，盖系在东京学生辈，在台不过数人，特单在。多少请社会主义，对啊，迄阵去日本读册，变个社会主义，哦，未到危险的程度，一般人民及其忠实顺良，敢一视同仁圣恩，绝无危险之余。哎，一对台湾人，迄阵日本总督对台湾人看法就温顺善良呢。该阵大清帝国讲，你这3年1小反，5年1大反，迄是差就这呢。差在哪里？人家你管理的好嘛，台湾都变作顺民去，就这么简单嘛。别跟你换了，想到别换，你记贵啊！一种也来下一张。哦，这个特别哦，1920年台湾人都安内了，穿的这么骚包啊！我还跟你们在座的女童星哦，谁穿这种巴黎、法国巴黎定制服的？哎，你们会看衣服哦，女生会看衣服哦。你看，哎，这什么时代？1920年纱裙安内就骚包呢？一个发型，你看一个装扮，就时髦的，连今麦看起嘛很不错呢。啊，你看这男的英不英俊，这叫做杜聪明啊，杜聪明啊，哦，台大医学院毕业，后来去做院长的，对吧？
哦，杜聪明啊，这个这个坏蛋啊，这个黄朝勤啊，讲我是台湾人嘛，是中国人都是伊啦。后来去南京，我带回给你资料看哦。啊，这看到我亲戚啦，那个 gay 妈谁到哥伦比亚大学念书。来下一张，南京马内公1920年的代志哦。同学录我提出来给你看了啊。你看盐水龙美术哦，塔比索，De Florence 哦，意大利哦，盐川吴杰对吧？贵吗？是 University of Columbia 有没有？黄朝勤，你看 ，You will know it's champagne 对不对？结果他的工作是什么？南京政府外交部哎，台湾人哎，中共卖公掉了，中共那些国家，南明清武都无人讲来的，哦，南京政府外交部，那都不要讲，那是中心的台湾人嘛，徐公应该是对的反日分子啊，哦，对咱讲是唔对的。啊，这林献堂啦，你看，这几个出名的人拢是啊。来下一张，哦，咱登来这些公仔，啊，我看相片，相片给你们看，因为待会要看影片的哈、哦。来下一张，哦，这历代总督打到狂，来下一张，到19代。哎，好像不是这一张照片呢。那个，我今天是不是有一个新的档案？是这个吗？不是哎。照片对吗？你先走，我看照片对不对？有没有新的照片在里面？来，往下走，我来看照片。有没有？哎，好了，我先走走看，然后待会再跳。你准备另外一个档案出来，我看另外一张照片。看这哈，18多少年的时候，一直弄，哎，中国人来台湾弄做起来，起城起庙贪污抽水，抽水贪污，就这样子啊，起城起庙啊，他是没有什么。你待会再跟日本人的建设做一个对比。我现在给当时一阵的照片让你看，哦，起城起庙抽税贪污，你会记得这几字了哦。起城起庙抽税贪污，来下一个，来下一张，好、哦、一张，好、哦，起城起庙，他不，我说他是掠夺者，他不是一个建设者。来下一张，哦，他在马街来台湾一阵，那个皇后旅馆，马街爆出啊，哇，那整个马街医院的传教的。丢了告回马杰博士来，乌加拿大以加拿大人，在美国 Princeton 受教育，然后来到台湾，1885年的时候来台湾，啊，结果娶咱家北伯做的查某，啊，后代就在这边生活，一直好几代，继续都弘扬台湾，哦，下一，啊，这是马街，啊，迄阵跟咱呀，坐一个桌顶啊，做些食饭，来下一张，哦，跟咱班吹气，哦，那时候台湾人平均寿命几岁？知道吗？35岁。就扎死的，平均寿命35岁，哦，下面别拢有少年啊，30几岁做阿公啊，啊就死啊，就是安尼啊，很惨呢。啊，后来医疗慢慢改了，啊，大部分人都不识字啊，唔捌字的啦。而且不是做一部分呐，哦，啊，来主要的改变是日本帝国全面给你改。来下一张，哦，但你我给你们看了几张照片哦，我从下面资料来，我们对照片要负责任，从人家那边拿就跟人家讲，给他 credit。哦，该一个说哦，这是跟哪几个单位拿？下一张，谢谢他们哈、哦。来，你看，本来台湾小学到后来日本人来了，本来不识字人是多数，半级也不贵诶。到后来1943年前，全台湾小学共有1099所，小学生我这样，93万人啊，台湾人民的义务教育达到普及率71%，连日本人通地来的教育普及率哦，70%，全亚洲只低于日本。以达先进国家之列 ，OK， 台北帝国大学在1828年设立，日治时代台湾人留学日本风气相当盛行。1945年统计，曾留学过的台湾人一共有20万人。我跟你讲，就是帝国才壮，20万人台湾人出国留学，20万人，20万人呢。我刚才给你看那个照片，我就讲当时的台湾人都是这么烧包呢。帝国啊，以前开过帝国博览会啊，在台湾啊。哦，来，这都有统计数字，都有表格啦，太多资料在这边了。来下一张，我们走照片好了啦。那个阿康，走照片，我们走走看，我看是不是上次给的照片。哎，不对，再走，皇后旅馆走过了，来走。可是我后来有一些新的，这个照片的后面应该有没有新的吗？刚刚那个的后面有没有照片可以稍微看？没有，没有就回到这个。好了，那就走这个好了。主日学，哦，啊，这马杰博士，来再走，哦，来再走，再走，够行，够行，再走。这淡水，哎，都叫淡水，来再走，再走，再讲，
这是什么？较早我即摆在讲1895年日本人来进前哦，迄个。哎，槟榔西施啊！哎，阿嬷伫卖槟榔啊，迄阵无咧美丽的小姐卖槟榔。不，我来讲，你若要叫槟榔，槟榔要甲迄毒，伊都食槟榔啊。一方面食槟榔，一方面卖槟榔啊。啊，你要叫杜绝咱台湾食槟榔坏习惯，真简单啊。啊，就请阿嬷来卖槟榔就好啊，不要打扮得漂漂亮来骗人的啦，马上就会停止。马上吃槟榔人口会下降。来下一张。槟榔西施啊，这西厢重道，这是牡丹社事件的时候照片。下一张，哦，那时候咱来国潮做一下，出草对吧？出草是啥意思？把人的头剁起来，哎，出草啊，日本人家讲，未使搁出草啊，啊、哦，来下一张，啊，那时候北板川恭亲王入奥地入台湾一瞬，1895年入来入北部入来，来下一张，啊，这下刚才国潮哥去用征服了，爱你的。武士、勇士啊，拢加规咧啊，拢有迄德高、德高顶啊，拢挂啥？迄种人头，那一颗一颗都是人头，哦哦，这个这种人头。来下一张，哦，这因为高沙族的庆典呐、啊，迄阵那个高沙族的神拜庆典啊，庆典的时候小朋友都很高兴，对吧？啊，看啊，老者啊，够日本的军官嘛，伫遐啊，你看迄妇女伫遐跳舞嘛，跳舞迄阵手拢摕几条啥？对啊，拢人头。用铁榔头底下庆祝晃榔头，迄种人头啦，迄种榔头。我还讲，我顶个我来问阿哥，迄高潮组不听讲，哎，榔头，对啊，你想清楚。来下一张，哦，阿姨就教他怎么使用武器，哦，教咱高潮组日本军官教伊安尼使用。下一张，哦，很漂亮哈、哦，高潮组的女生，1920几年一尊，很漂亮哦。你袂使用即阵去想，迄阵1920几年哦，来下一张，哦，你看，迄阵日本的军官拢伫顶管路啊，啊，这种头目哦，每一个拢各贵族的头目，你看伊两只脚中间拢放啥？黑龙狼头。那时候平埔族北部族去用3000几粒狼头，啊，日本人来的好像是30-40个，哦，啊，狼头拢要剁起来，出草啊，迄种出草，你看，拢一个狼头，来下一张。哦，塞进裤裆就塞里耶嘛，要警卫在旁边保护，要不然洗个澡，人头就没有了。来下一张，啊，这个比较惨，就是那时候国小，那时候日本人实行教育嘛，有幼稚园什么，啊，在有一次校庆的时候，所有的高沙族的人就冲进来，把人都杀了。啊，多多有一个日本的老师，把这妮娜藏在的粪坑里底，给藏掉，啊，他逃过一劫。啊，村的照片就很残忍，我都没坑啊，坑这是生还者的照片，哦，小朋友生还者啊，粪坑来再揪出来的。下一张，哦，接受教育，迄阵都开始被欧北太郎嘛，你人受教育之后就有知识，有知识的话就改善生活，改善生活整个都是改善哦，所以对本地国几百迄阵就是做这种改变的动作哦。下一，哦，你看小孩子接受教育，来下一张，哦，第8联队空军几百哦，下一张。啊，这阵小朋友开始画画了，我过去有无啊？即马开始有蜡笔教他画画。好，来过来，哦，第8联队的所在，好，来下一个飞机，弄几百，好，来下一张，这都一样。这是总统府啦，什么总统府？一直都无总统啊。咱当时有总统，台湾当时有总统，无啊。总督府顶多这个不是总督府，这台大医院啊，一种叫台北诶总督府医学院的、啊、哦，建筑。来下一张。不睡不？啊，你看，来来来来，第三高路的女生都有气质啊！拜托、喔，那边日本时代大家是情商够得足，又有气质，受好的教育，帝国的教育，你看那个样子就都不敢看了嘛，对不对？啊，你起码可能难民教育会比侬扁了，真的，真的，你待会看照片你会更伤心，待会让你更尬尬变安那个。下一张，你看。铁道旅馆呢、啊？对吗？有水不？像欧洲一样，像欧洲。我今摆在讲台湾哦，我今摆在讲台湾过去哦。日本时代，来下一张，对吗？你看下一，来下一张，来放大一点。第一女高上裁缝课的时候，哦，1920几年、30几年，来下一张。哦，那时候打到菲律宾马尼拉的时候，我们小朋友到街上来游行，哦，拿旗子。下一张，哦。游击队的那时候，幼稚园遍布全台，哈，每个城都有幼稚园。来下一张，
来，现在多一啊？哪里？台北工会党啦。后来你敢讲叫中山党？哎，乌白好名，自那难民来又该讲叫中山党，无啦。台北工会党是台北市民每人交一块起起来。好，来下一张。来公卖局，好，下一张。对啊，台大医院嘛，哈，来下一张。哎，军乐队，哈，下一张。你看，他在工会党的内底，有水无？来，内底领旗哦，迄阵都领旗哦。来下一张，你看外观大礼堂集会所场所两层楼，哇！来下一张，你看伊的餐厅啦，咱即马阁输伊真济咯。你看他餐厅的那个碗盘，他怎么放的摆设的方式？这就是有厨房就有厨房该干净的样子嘛。这个柜给他查下子，你看撞球桌。撞球桌啊，餐厅啊，西式的啊，咱这边一共一九二几年的代志哦。来，过来，那个再走，三山楼那时候都市规划，三线路就有快车道啊，球啊，啊那慢车道，三山楼台语嘛一条歌啊，什么些就在三山楼有没有？来下一张，就这样，那你棒球队，台北市的华山国小对南门国小，你看那个用。嘎嘎呢，就可怜。咱日本时代都，你看有队服，什么用棒球去攻那石头，那是难民在做的代志。那一阵已经有队服，有球帽，有每个人都有手套。你看鞋子有鞋子，棒球球队旗，不是球棍，那棒球棍，那专业不是球棍啊，不是现在棍子，那是棒。那所以那时候那个棒球水准是非常高的哈。你看伊穿的衣服，下一张。你看，这种嘎嘎啦，形容红叶啊，可怜难民啊，这是难民。有难民关那个病都倒退路啊，倒退路个病难民在打球的方式。台北市公车，那阵日本时代就有台北市公车啊，那个排队啊，不会不排队的、啊，难民来不排队。来下来，台北车站贵体也贵体，前身在前身的台北车站，来再走，台北市再走，一高山旅馆来再走。对啊，可是建中的学生呢，建中的学生，就派就有气势的，你无？未曾即卖建中大目镜，排珠包啊，每一工安尼，可是安尼。OK， 下一张，哎，这都一样，好久呀。无啦，台北市馆前路行到尾啊，台北博物馆，无只二二八啦，迄个台北博物馆啦，日本时代，咱只讲日本时代就起好啊，啊，拢买日本人起啊。现在建设大部分都是日本人去的啊，我继续给你看，来再走。以前日本时代就是这样啦，台北的银座嘛，衡阳路那附近嘛，下一张。再看，你看，空中辅照图，总督府，来下一张。那时候就这样，这不是最近的照片哦。别再说总统府啦，总督府啦，那个没总统的，你看，下一张。来，过来下一张，再盖。这是美国时代杂志一种的台北车站头前，你看水哦，你看人的穿的衫，黑吧，大衫，就有气质的呢。来下一张，就这样，明治桥，哇，中山北路行到尾要去银山的明治桥，来过来，哦，来再来，哦，再走再走，台北台湾博览会，你有看，一种就是安尼啦，来过来，你看台湾博览会，还搁走。你看，迄阵台湾人是安尼穿嘞。来，再走，这就是新公园。来，过来，台北公园。啊，在后来的台北车站都变成嘞。你那个记，有些人应该还记得，后来台北车站是安尼。哦，来下一个。哦，啊，这是偏这是哦，迪化街一边啊。来，再来，过来。你看，他在台湾人啊，大学生就拍哈。就怕哦，还有，你看，金烧包你看呢？来下一张，下一张，你看日本时代都跟他日本人穿的衫一模一样，日本人啊，那是日本人啊，假婚林加币啊，来下一张，啊就这样，连台北工会的人来办国际国标舞比赛，国标舞啊，你知道国标舞不？哎，你看迄阵恁阿公阿妈做的衫呢，穿安尼呢？你们现在还输给他，我跟你讲。你看，引擎上男生穿的，你看，女生也穿的，你看，这都有套装，你看这个型，你看，
拜托。书真多啊，越活越回去。下一张，橄榄球也是要穿制服的，没有人穿内衣打橄榄球了。下一张，你看，来成长得看病。来下一张，啊，再走再走，这这样子。你看，看在幼稚园哦，这个是较早进前的哦，早期这竹东的所在幼稚园，竹东哎，这国民党内底有讲所谓的偏远地区，没啦，一到竹东有幼稚园啦。下一张，新竹火车站，来过来，台中。一阵就是安尼啊，台中公园过来，台中一阵下岗一阵军人的啊，啊、哦，吃饭的地方，来下一个，台中对啊，这台中呢，绿川呐、啊，绿川呐、啊，是不？来过来，带点话看，那个都市规划有没有街道棋盘式的出来了？下一个，来再走再走，那走快一点，来这公会堂，来这是天皇陛下哈、哦，他的爸爸，现在这一任的爸爸。来台湾的时候，来下一张，后面有那个俄罗斯不同啊，台中市大正町，搁行，台中市市役所，来搁行，你看袂紧张，迄阵香蕉出口，你看他们穿的衣服，你还讲你阿公迄阵衫穿的多体面啊，没有人在穿短裤加冰冷安尼，不温薄呢，都这个样子呢，超有气质吧？来再走，三线路台中呢，来搁行。小京都之称，你看一准的大人再走，你看台中神社，台中神社，来再走，你看台中神社，来祭典，来过来，你看一准台湾台中神社，来过来，一准你看卡哇伊，你看，怎么穿这样的神社啊？信家神社，你知道吗？对啊，过来，跟日本人赶快来，台中州厅，来过来。台中州厅，你看有水无？哦，台中火车站，来过来，你看过来，知识官邸，你看，来过来，台中绿川，哇，有水无？来再走，再走，你看丰原家政女学校上课，你看，来再走，再走，哦，江南大郡起工当天的照片，来现在再走，阿里山神木过来，哦。家中家中打那 Kano 棒球，家中很有名，打到日本那个甲子园拿第二名的那个，来下一张，来再走，阿哥呀，哦嘉义，在嘉义来过来，我全台湾弄你照套的哦，嘉义是荣丁，过行，你看街道有水无？来过行，神社，嘉义，哦在嘉义来过来，这外讲彰化水源地，迄阵拢自来水，每一家都是自来水啦。这个水源地储存水要分配到每个家，所以这熊管的是在水源地。来，过行，哇，来过行，啊、哦，来再走，台南这是叫台南，过来，你看这像台南女中的女学生呢、啊，台南女中，你看清一色，干干净净，鞋子白下下，头发整得干干净净的，那个时代就是这样。哦，来下一张，哎呀，台南，来再走。台南州厅，过行。台南火车站，过行。来，台南师范学校，我要放影片了哈。来，过来，过来。来，哦，新营，新哦，迄阵高雄去往轰炸，和美军轰炸，迄阵照片，上面往下照，来下来。好、哦，来，打狗，迄阵天皇来的时候，右边是海军卡龟白，陆军卡一白，整整齐齐。下一张。哦，高雄市役所，来，有水啊，先过行。哦，运河来，过来，高雄运河，你看糖厂，高雄糖厂，他高雄火车站过来，好了，好像现在台高雄水泥厂，一准都在那样了，来过来，啊、哦，高雄软式棒球队，哇，我光是各个地方的棒球照片，我几啊百张了，我才 Q 几张，这是高雄度假的代表，我还有国小、高中成人的棒球队，哈、哦，来过来，啊，一准已经用这叠运货啊，然、哦、后来下一张，来我们看影片好了啦，我们直接看影片。时间不够，我们放影片，电灯关起来，放影片，当时的影片，比照片更有意思。我はこうした情勢を打ち破るために、北に強固なる国防の一線を隠し、さらに南に産業と経済の生活線を開いていかねばなりません。こうした熱と光に恵まれた台湾、それは我が日本の富の泉であります。
日本領土の中でただ一つの熱帯及び亜熱帯地である。台湾が我が領有に帰したのは明治28年馬关条約定以後台湾歸屬我國。興梠条約が締結されてからであります。明治28年我が領土となってから同年6月14日樺山海軍大将は第1代の統括として赴任し台北上に入り同17日時の近衛師団長に手を合わした北白川宮義久親王殿下のご退任を仰ぎここに総督政治の施政式を挙げ次来40育成層今日の絢爛たる文化台湾を生んだのであります。海嶺前の台湾は新国政府より治外高等として你看以前被清大清帝当作化外之民我们是化外之民化外之地改立之后仍然弄必然呢重要なる帝国臣民をもってどうか国域に勤めその子を虚しからず海嶺を数年ならずして武士の反乱を鎮定し産業の指導奨励鉄道港湾交通の建設改修中心事業衛星の完備治水灌漑事業離岸事業治水灌漑離岸教育普及地方制度改革に軍事に各藩の事業は着々整備しその成果を上げ次に今日のごとく全く昔日の面目を一新するに至ったのであります。核のごとく単日月において好成績を上げた者はこれ筆記我が皇室の一子同人の計画は申すまでもなく皇室一視同仁的恩泽台北市夜景そして台湾で最も繁華な文化の都政治の都であります我今不在讲台北市は元城内漫画大豪邸の三明治44年8月台北京現在台北市台北京在来の品式家屋の大半が破壊されましたので当局はこの機に淡水川岸壁の築造を完成し一旦台風来吼把貴旗構造的厨房跳掉掉重新起新呢造法都做一下水理想的都市計画を実施し全く市街の面目を一新したのであります。台北市の我来讲啊，你看你前片的注意一件代志，电气化的成果就看路灯、路灯啊，你注意路灯有偌济，一过拢路灯吼，不是爱暗飕飕的吼，那路灯哦，啊你要电力去配送。台湾军司令部。就是台北医院哦，总督府医院哦，医学院啊，后来台北医院。邮政部哈、哦，一边是台电哈、哦，台电。伊拢日本时代就创好啊哈。总督府官邸哈。这是总督府以北，就是咱的即卖迄个衡阳路以北吼。日新报社。你看伊阵的表姐穿衫，路上走路的，带领人。你看台北市公车来招来招去，公家啊那个穿和服穿呢呐，桂冠人力车。主要街路が放射状に、ロングロングあるいは五番の目のように拡張され、簡単たる大通りは人道と車道とに分かれております。その人道は我が国においては他に例を見ない独特なものであります。幅二間の軒下には停止客というものが設けられておりであります。鉄路旅館、鉄道旅館。
是吧？下站好进，都叫叫客停车，都叫人力车、有计程车、还有公车哦。人力車は大変賃金が安いので、盛んに利用されております。また台湾には騒音を立てて走る、あの不愉快な電車はありませんので、自然に静かな快適な街となっております。就可以通到圆山那类明治桥，台湾神社，台湾新桥，台北公会堂，公会灯。那博物馆，什么地方会去博物馆？你别在殖民地盖博物馆，你也偷领土再去博物馆，照这边教育了，照帝国大学，这植物园。哎，今麦做一个对照，大稻田就是我较早较受，迄个受到迄个大清帝国影响较深的所在。啊，这边以这边拢是不能新创，它过去就是较商业区，红豆镇哦，啊那时候台湾叫红豆镇，本岛人，但是内地日本哦，对吧？台式的庙啊，哦，但你看着好像到中国支那去的一个那个场景的造出来，哎、欸，迄边你有看拢受到。中国影响真深的所在，但你看白卡，你看，哇，白卡，你们那些年轻一代无看到白卡，即摆看到。你看，你看中国人的自那脸都照出来了。淡水川であるとございます。これが台北市中を流れている淡水川。遥か彼方に見えまするのが七星山であります。北東温泉。我好你看这相片吼，是要让你知影当时日本是怎做建设，有什么差距？甲大清以前伫安那比，啊，就自那文化甲日本文化有什么不同？非常に繁盛している温泉であります。你看这都一样，你想袂到高尔夫球场，日本时代淡水高尔夫球场，你讲伊是伫咧拍高尔夫啊？伊想袂到的代志。新竹地方は北部台湾中最も古くから開拓されたところでありまして、その開発は遠く約300年の昔からと言われております。そして新築はかつては北部台湾における文教の中心地でありました。新築中の首都圏農産物は、你看路灯，你们去看门，你主要是看路灯，哦啊，电线杆、路灯，那都是电气化的成果。啊，你看人家怎么制造茶叶？前面的部分一定是人工的 Q 流啊嘛，但是过来边怎么包装，你看得看。但你看，你看都是机械化的过程啊。你看生产线啊，你看，我带亲戚想讲，你看，无我来听啊，你看，都输送带啊，拢全部都电气化，你看。可能吼已经八十几岁、九十岁，这物件做阿妈。1940几年的时候，20岁。对啊，八九十岁啊。中部台湾の首都台中市。台中哦。你看伊迄绿川偌水个。台中は。啊，你看台中个路顶关系。你看路灯多少？你看，
一摆动路灯，而且不是一颗哦，一次三颗、四颗啊那种。啊，都是难民冲诶，冲到外好。彰化银行，每次都化都市建设，不是让你后边起厝吼，还有规划的，美感很重要吼。台中，台中州的知识。台湾が台中公園、台中公園。熱帯の地にあることは、市にいろいろの果物を生産するに恵まれております。素材、果実は実に30種に上り、山岳もまた2000万円に達しておりで、周囲の緑の山を映し、常に運転機能を支えております。この水は水圧鉄管を通り、ジェネレーターの響きを上げ、10万キロの電気を発電、10万千瓦的電力、台湾各地に送電、发电到台湾各地。啊，你看待会配电图哦，高压电线哦。那时候的工業台湾的原動力、躍進台湾高压电线怎么配送的？全岛配送。不是帝国不要都安尼走，全岛配线。这就是基础建设。台南市は後期2200年代、今より300年前、台湾がまだ人煙気圧で諸物混沌として整わない時代から、すでに地図の勘を備えていたもので、オランダ人の渡来、帝政公の領代、明朝の地下、各時代を通じて本島整備の中心となっておりました。また文学、商業、文化の輸入は全てここからでありました。現代は本島第二の都市と言われている台南市は台山鉄道を施設し、なおまた伐採を終わったところには全地植林を行おうと極めて大規模な経営を行っております。伐採した木材は我が国唯一の特殊な運材車で、先天右極のスパイラルと数回のスイッチバックによって下り、鍵に輸送されるのであります。鍵は嘉義、你看嘉義的街上一定会把那水量あの鍵市であります。台南集荷にあり、台南に次ぐ都市であり、また新高有山登山口としても知られ、有山から出る木材の集散地であることが鍵市を活気づけております。16万坪の台湾総督府営林所経営の貯木場に最新式の製材機を装置し、その規模の大いなることはいかなる巨材をも自由にし、本邦製材工場中まれに見るものでありました。東洋一の製材所と言われております。手に砂糖は台湾の特産品、今是砂糖哈，日本人已经在建立台湾的产砂糖的那重镇了，基准改新。他総督時代に総督府の手で奨励制度になってから次第に発展し、長い間の理想でありました自給自足ができるようになりました。你看工厂的配件哈，它搭盖的方法，原来叫涙ぐましいものがあります。世界における台湾陶業の地位はキューバ、インド、ジャバの次で第4位に進んでおります。そうして我が国陶業の中心、すなわち主産地は言うまでもなくこの台湾でありますから、台湾は大いに花が高いわけであります。国の文化の程度は砂糖の消費率、すなわち一人当たりどのくらい砂糖を舐めるかということで分かると言われております。でありますから文明人の皆様方はどしどし砂糖を召し上がっていただきたいものであります。比率であります。你看那时候是怎么做，不是用炉哈，用机械化设备哈，および英国人の用机械化设备。日本人はどうかというと、世界大戦前までは一人当たり5キロに過ぎなかったのが、
今日では文化の程度も進み、砂糖を原料とする青果、練乳、缶詰、その他の工業が発達し、消費高も戦前の2倍以上に増加して、1人当たり13キロ。你们会看的人要看这个东西。日本の砂糖消費高は、ここ10年間に平均70万キロずつ増加してまいりましたが、その上気候が熱帯であるがために衣類も多くいらず、粗食をしてもっぱら金券貯蓄一方でありますから、内地の百姓に比べると台湾の農夫は羨ましいほど有利な立場にあるわけであります。工場に送られてまいりました甘藷は、機械科学のメカニズムな音に乗せられ、生徒の第一関門で汁を絞り取られ、絞りかすすなわち爆発はそのままボイラーの釜に入って燃料となるのであります。紫叶你照出来糖蜜からアルコールが作られます燃料国策からアルコールの製造も近畿ますが盛んになってまいりました。若くても無水アルコールの製造は製糖会社が犠牲を払って国家の燃料国策に順応せんとしているのであります。你看他工厂的设备一准的房子的批价价糖業試験所では甘藷から摂取するアルコールの純粋度の多いものを作るものに酒精かようにして口にしているのであります。我が国の燃料自給自足の国策に台湾の製糖会社は行業試験所一大貢献をなさんと準備中であります。好像是最近的照片影片江南大郡乌山头，1930年四月竣工。三五潭の庄あるこの貯水池は周囲58里、村山貯水池の4倍あるといいます。東洋第一の水利事業で台南州が15万公顷に給水しております。水路の延長は幹線26里。四千二百八十里。この大衆が竣工して以来、米、甘藷等の増収が年額240万円に達しております。三年輪作が三年輪作、这时候开始，因为有了这个三年轮作。啊，今麦去拍照啊！到铁路日本人一起送货啊！另外，高雄市は我们在讲很早一组的最南端にある台湾南部における最も重要な要衝を持つ新興都市で、高雄州の首都であります。海岸線の屈曲極めて少ない本島にあって、北にキールン。南に高雄の二大港湾があります。その一つの南方の高雄港は台湾南部の物産、砂糖、米、バナナ、パイナップル、セメント等の輸送に重要要港であり、また遠洋漁業の本拠地で、同時に帝国南進国策の削減地であります。は近畿工業都市としてもますます躍進しております。今後の高雄の躍進は你看那工厂那个盖房ものがあるでありましょう。整整齐齐哦，モデルオペキー啊，哦，你们有在做这个方面的哈、哦？工厂的，这给台湾啊，神社啊。日本的那款第一のキールの家はカイロ神戸を出版して三昼夜文字を出て二昼夜で着きます。船は1万トン級の優秀船6隻が配せられていて、内大定期航路は内地と台湾との定期航路とも思われない豪華版であります。台湾は南方開発の国策指名追考機関として新たに創立せられた
台湾拓殖会社をして移民承知その他未開地の開拓綿花の栽培拓殖金融事業等種々画策されております。台湾にはまだまだ開拓の余地が残されておりますが、台湾拓殖の使命は一人。那从内地到台湾哈，地下电缆，内地有地下电缆通过。人发展の中枢機関としての使命を持っております。内外無線電話、内外航空は東京、大阪、福岡と台北の間をわずか1日の連絡に短縮されております。内地と台湾は常に接し。産業と経済南進国策のため我々は挙国一致で追行しなければなりません。台北飛行場香港においては大学専門学校卒業した大学有专科学校毕业生また巡査や教員になって最後成为警察老师啊警察コロナ着物が万人と呼ぶ彼らの中には色をなして我らも日本人だ万人と呼ぶのをやめてくださいと訂正を申し込む自覚ぶりであります。さて我らはさらに目を南に向けなければ